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达十人哈，已达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那本周三四是一次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啊，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议员第九届第三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3月2日上午9时至下午3时7分，地点本院青山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田辉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蔡世燕委员等39人，列席人员教育部部长潘文忠率同有关人员。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一、决定议事确定；二、教育部部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编备质询。本日议程由委员陈田辉等26人。提出质询，经政教育部部长潘文忠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通过临时提案6项，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确定哈。今天的议程是邀请科技部部长列席报告业务状况，并被质询。啊，首先呢，好，我们委员应该，我们在场委员不用介绍了，都认识了哈。好，然后科技部啊，我们有新的，让我们部长介绍一下。好，赵委，那各位委员，我们有，我想就跟委员介绍我们两三位新的主管，第一位是我们的政务次长苏方庆苏次长，今天请他过来，然后我们的常务次长陈德兴陈次长，那他是续任，另外我们也刚上任的主任秘书陈忠全陈主任秘书，那其他主管我想大家都很熟，我就不用一一介绍，谢谢。好，现在请我们科技部陈部长进行业务报告，报告时间10分钟。好，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今天是大院第九届第三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议，梁记应邀前来报告，深感荣幸。非常感谢各位委员一直以来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以及对本部各项施政之指导，让本部业务能顺利推动，在此仅代表科技部表达感谢之意。那科技政策的推动是发现未知并推展至实质的应用，科技部为政府推动 科学技术发展的专责机构，肩负推动全国整体科技发展，推动基础及应用科技研究，规划产业前瞻技术研发政策，以及发展科学工业园区之任务。为强化我国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的结合，本部长期投资在学术研究、培育人才、产学联结及科研建设等工作，已具有相当坚实基础，期望进一步以打底基础研究创造科技价值，深耕创新创业，启动摩尔定律思考，及以科学人才奠基，连接未来世界三大施政主轴，以跳跃式创新思维改变整体科研生态，鼓励实验能量走向产业，引领科技带动经济发展与产业创新。以下仅就本部当前施政成果及未来重点工作分6大项向委员会报告。第1大项，规划国家科技发展政策。科技是提升综合国力的主要动能，本部已邀集相关部会署，依据第10次全国科学技术会议结论，奠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政策发展方向，同时会同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推动亚洲点矽谷、智慧机械、绿能产业、生技医药、国防产业、新农业、循环经济圈、数位经济服务业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产业科技创新、
晶片设计、半导体前瞻科技等十大产业创新，透过引导科技预算之投入，使台湾经济迈向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为建构友善的研发环境，推动科技基本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已经答应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完竣，并交由党团协商。另配合产业创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部已协调经济部增订教授取得技术股缓课税条文，并就国营事业创新研发制裁评价及创投租税优惠等部分，加强推动产学合作及创新创业，深化学界与产业界之链接。第二大项，增进学术研究品质，提升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基础研究探索未知，是科技研发的根本。本季将持续打底基础研究，透过科学研究的突破，开创未来。同时将妥善应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能量，分析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而协助城乡区域与地方政府突破困境，并促成产业发展创新的营运模式。为强化产学交流，链接学界与产业界，持续推动相关产学联盟计划，希望能够每年促成5到10个国际产学联盟，以提升我国优势产业的竞争力。此外，借由大专院校与学院机构设立之卓越研究中心，延揽国际级研究人员与国际创新研究团队来台参与研究计划，达到技术跟人才交流的目的。为形塑良好学术伦理风气，本部积极建构补助单位与执行机构之学术伦理内控及管理机制，以修正学术伦理相关规定，并规划。在这里跟委员会报告，我们也经过昨天内部紧密的开会，我们把名称正式跟国际的接轨，所以我们取名叫研究诚信办公室，英文名称是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那我想直接的翻译也让研究人员更清楚知道说研究诚信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比原来的名称，我觉得是跟国际的接轨也比较清楚。那这个办公室的办法已经都通过，那我们会在这一两个礼拜尽快的成立。除了持续我们支持学研界投入研究，并将针对专题计划的审查、杰出研究奖项等机制调整精进，希望能够整体科研生态根本的调整，鼓励学界进行实务的研究，注重计划的产出效益，提升研究成果的品质跟影响力。第三大项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创造价值。我们配合行政院推动之绿能产业、生技医药等十大产业创新计划，那本部主办项目推动的工作如下。第一个是结合中央、地方、国营事业、法人和大学资源，希望能够发挥中效，以破坏性的创新创造下一代新兴产业的技术，在兼顾能源安全、环境永续及绿色经济发展的经营下，具体落实政府再生能源及灰核家园的目标，完成建构沙仑绿能科学城、创新绿能产业生态系的愿景。本部也已经成立沙仑绿能科学城筹备办公室，并推动建制绿能科技联合研究中心。二、完善生态体系，连接国际市场资源，结合整合创新聚落，完成建制台湾成为亚太生技医药研发产业重镇的愿景。为了链接产学业医界及法人机构的资源与能量，已经在新竹生医园区成立生医产业创新推动方案执行中心，希望能够发挥产业领航、专业管理及政府智库的角色。第三，本部在其他产业创新计划亦配合推动多项工作，如推动整合矽谷各部会资源，引进国际创新技术及团队来台发展，并建构创意实践平台，提供所需商业化辅导服务及桥接国内厂商制造能量，其能应用我国现有资通信技术的优势，以非线性思考的模式拟定阶段性突破的目标跟商机，希望激发出每年至少有5到10项创新创业的标的。第四大项，希望强化国际连结，推动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我们配合科技基本法第13条的增修，已经开启了科普传播的契机。本部将以科普教育激发新世代投入科研领域，应用新媒体设计多元科普资源，并透过生动有趣的科普活动加以推广，以提升大众的科学素养，
那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委员会在去年征修的时候，把科普经费的投入列入我们科技基本法里面。另外，我们每年将选送至少50位优秀博士级人才前往矽谷或其他知名产学院机构培训，以培养具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人才回台。那在这里也跟委员会补充报告，我们提出这个构想以后，目前得到矽谷相关一些厂商的热烈的响应，他们愿意提供接待人数已经超过50人。那我会配合新南向政策，扩大与南向国家科研研合作，将透过参与国际组织平台、双边科技合作协议等机制，举办协助研讨会，在台刊设专业培训课程及延揽科技人才来台参与，促进研究成果及科研人才交流，提升我国科研软实力在区域的能见度与信赖度。第五大项，塑造优质投资环境，发展创新产业聚落，针对产业升级及新创事业发展形态，我们拟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已完成跨部会的协商会议，将调整管理会的收取机制，以充分活化研发园区的土地，使科学园区成为国际型创新企业的培育及示范场域。推动重大投资计划，我们让台积电跟巨大等公司研发总部如期能够建厂营运，也可提供9830个就业机会。另外，实施106年度科学园区土地租金优惠方案，减缓公告地价上涨压力，预计可优惠厂商约810家，优惠金额约新台币4.4亿元。第六大项，扩大法人能量，整合科研平台。第一个是完成国政中心的第二设施建制，预定今年3月就可以完成设备安装并进行测试。今年8月，我们希望能够正式启用营运，未来可模拟近断层地震对结构耐震性能的影响，并提出防治的对策，渴望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防震研究基地之一。那以科学研究来保障我们国民生命及财产的安全。同步辐射中心建制台湾光子源同步加速器，已经在去年9月由蔡总统主持启用典礼，并正式开放用户申请。进而，我们也促成以德国 Max Planck Institute 跟国立交通清华大学及国立交通大学合作，以新竹设立前瞻材料研究中心，并同时促进我国同步加速器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对外输出合作，拓展国际研究人才交流及科研合作网络。三、建制灾害情资网，结合了20个防救灾单位，超过200项的空间基础图资跟巨量监测的资料，可提供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及全国各县市进行灾害应变时的决策参考。我们建立了灾害市井的公开资讯平台，提供21项市井资料以及15项辅助开放资料，可以提供救灾单位及大众作为下载查询及加值使用，并结合规划物联网以大世界分析开发建制环境及灾害监控物联网系统，整合跟同步共享中央与地方之灾害情资。那最后结语就是，科技就是国力，面对全球在高科技的进展，科技部有很强烈的急迫感，在摩尔定律的驱动下，世界正以每18个月一个世代的速度飞快前进，没有人会停下来等台湾。我们必须自立自强，用以终为始的思维建立科技研究的社会责任，展现我们的执行力，有策略的整合学界与科技业界，健全区域产业机构及引进国际创业资源，其能引领创新创业风潮及氛围，有效帮助具创新技术、杰出研究成果之研究人员实践创业梦想。以上报告，恳请委员鼎力支持，并敬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陈部长的报告哈。那等一下进行询答之前，我想跟我们委员商量一下哈，因为下午可能我们那个幼教教保条例哈也要再做协商，所以时间会比较赶，所以今天是不是我们询答的时间可以缩短一点点哈？啊，就是我们用8+2哈的时间来做询答。好，大家没有都同意哈，谢谢。好，那现在出席委员质询时间8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列席委员质询时间为6分钟。好，那现在，发言登记截止时间是上午10:30。委员如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现在
开始进行询答。首先，我们请发言登记第一位苏委员乔慧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苏委员好。陈部长好。是。啊，首先要恭喜部长哦！我相信部长您现在有做这个位置，相信从您个人的职业哦，我相信一定能够有更好的发挥。那我对您也非常的期待，就是我们的科技部能够摆脱过去，其实啊，坦白讲，我们的业务、我们的预算这么多，但是85%都只用在这个科发基金，好，其实有点像是补助单位啦。那我希望你的就任能够带来一番新气象，真正达到产学研的链接，然后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就像您刚刚报告所说。不过今天既然时间有限，我就直接切入，我只跟部长讨论两个我最关心的题目，第一个就是学术伦理，第二个是科普政策。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学术伦理的部分哦，部长，我也只单纯就科技部的部分来先跟您做讨论。我向贵部调了资料，近五年来科技部通过的专案计划有76000件，那么所谓违反学术伦理的案件呢是77件，占1/1000。部长，你认为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我们的学术伦理问题严重吗？学术伦理应该是非常少数 的少数，其实是少数了。但是问题是，只要有出现这样的案件，对整个研究、对整个业界、对整个学界，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伤害。所以一定要有控管。刚刚部长您也提到说，不只是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口头报告，在您的口头报告也说，不只是书面报告的学术伦理办公室，甚至你又提出了新的制度，现在变成是研究诚信办公室，并且您说在2个礼拜以后会有新的规范提出，是这样吗？是，没有错，是2个礼拜之后。对，就是我们的新的规范，其实已经办法都已经通过了。那2个礼拜提出是说，对现在处理中的一些学术伦理的案件，我们尽快在2个礼拜内能够把结果公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非常的期待。但是我也觉得，其实今天业务报告既然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还需要再等2个礼拜呢？其实应该在今天之前就可以提出，我们才可以讨论呢。好，应该是说就是相关的办法。我刚刚有提过，一个是对人员，将来我们会把因为现在都是取个资法，很多虽然有违反，并不会把人员名单公布。那我们觉得说有一些违反比较严重的，其实应该公布名单。另外就是违反的样态应该公布，这个现在都已经公告。好，那因为你现在还没有送资料过来，所以我仅能就你目前提供的书面报告跟部长讨论哦。部长，其实我的办公室哦，接到最多的陈情案件是什么呢？可能因为我是在教委会，所以我接到最多的陈情案件其实就是学术论文造假。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办公室都接到这样子的案件、哦、不过考量到大学自治，我想 大部分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有一点点不应该介入太多了，爱莫能助了。而且就算我们现在有规定，然后要推动新的机制，我也认为最终我们还是应该要建立的是让大学的本身是有能力有制度能够来处理该校的这一类的问题。部长你同意吗？我们最终终极的目标应该是让大学，是因为在很多场合我也提说，对研究的部分，研究人员本来就允许他能够尝试失败的机会，这样才不会跟大学自治是有违背的嘛。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你看看光是像台大的问题就好了，台大的问题不但是台大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甚至是科技部和教育部已经一起下去组成了这个审查委员会，开会5次了，都还没有一个结论，可见的这个案件之大之复杂嘛。所以我们从你的这个书面报告看出来，你本来要提出的这个制度呢，我实在是很担心会沦为形式啊。因为从你的我这个要请委员放心啊。我刚刚其实也提到一个，就是说，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对人类行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一个是处罚，一个是奖赏嘛。所以我想，科技部这一次在做修正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想，科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科学家提出一个想法，等他证实是对的时候，全世界会去跟随。棒子跟胡萝卜啦，对，所以我们会在我现在就是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啦。我们在这次的修订，其实就把这个要做，一个是在法则的部分，刚刚已经提过说，因为对人的部分，以前是不会公告，所以大家觉得我做错了，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会有关系啊。好哦。第二个是我们也把以前
好像你做了这些违反，也不会对我以前的奖励有什么的。好，我们先把奖励的 title 这个。那既然是这样，你提到的还是个人，那我就接下去追下去。对单位，我刚才讲完，单位我们同样，就以往的单位。单位的处分以往是只会追回说给这个单位的管理费的部分，是那管理费其实都很少，因为每一个计划管理费可能只有10%，那你又这部分，所以我们这次照国际惯例已经把它修正为说，如果这个单位因为违反这个相关的太多案件的话，没有多少，它的整个研究的经费可以部分或全部追回。我甚至认为，他是不是未来如果这个案件太多，他长期都有这样子的行为记录的话，其实案件真的没有很多，是不是就干脆不应该可以？我想在这里要特别为很多非常用心做学术研究，也很正直在做这个的学术研究。我们完全肯定，因为从刚刚的数字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也不过就是0.1%，甚至不到0.1%这样子的是案件量而已。所以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个改变，一个是在法则的部分，但是不要忘记刚刚讲心理学的行为，还有一个是奖励啦。所以我们在奖励部分也会修改教育科技部在做。专案协助、专案审查的这些审查的机制，我们希望能够对真正做实务应用这些人给予奖励。好，部长，我非常期待你两个礼拜以后提出来的这份办法。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如期能够提出，我们再次进行讨论。那我也再次说了，我希望下一次在这个举行这个报告之前呢，其实就应该能够按照时程，我们才能够进行实质的讨论。那么接下来我要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关心的科普政策哦。刚刚部长您在口头报告的时候也说，特别感谢大院能够在科技基本法的时候将科普的经费入列哈，未来是有正式的经费编列。部长，我不晓得您在上个会期末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国研院，其实他在台大会馆举办了一个成果展，有没有机会去看过？有，当然有。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是部长了，但是有没有机会去看过？你觉得怎么样？我有去看，那我觉得规模可以再扩大，所以我已经要求他们说，以后每次的暑假，我们希望在华山做比较科普的这种展示。那你知道那个预算花了多少钱吗？100万，但是场租就花了20万。我必须在我想在这里公开的肯定国研院，我觉得那是我看过非常好的展览，因为有那次的展览，所以我看到了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新的技术，包括无人机，包括我们的防灾防震，包括我们的生机等等。其实看了这个展览以后心情很好，觉得台湾好有希望。但为什么我们只有办在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光是那个1:1的那个福卫五号，光是那个火箭模型，我就觉得可以办一个火箭展，他把所有的技术通通纳进来。所以我认为，既然我们未来有了预算，这种事情应该要多办。对，没有错。我再次肯定国研院。对对，跟委员说明，就是我们已经跟他们希望说，以后每年暑假我们要在华山文创。但是我想提醒部长的是说。国研院的本质，他还是在做产学的研，他还是在做研究啦。研究的服務，他真的不是做行销的，所以不要把这种工作加诸在国研院身上。我认为科普也是一个专业，科普是一个转译的工作，他要把科学知识转译到大众能够听得懂。所以我强烈的要求，也建议部长，是不是在这一块能够找到专业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不要到时候美意又变成了坏意，我们把经费给浪费了。好，我们会努力。好，但是哦。这个部分哦，我实在是很担心啦，因为你说你会努力哦，可是哦，执行到后端的时候，到底会不会有成效？这个部分哦，我们真的是，这部长这个部分你真的要好好的盯住了。对，我当然希望说我们一起努力，就是包括这个委员会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科技部我今天才发现说，我们的人员编制其实只有300多人，所以如何能够善用民间力量，我想这是我们在推动过程。所以我刚刚两件事情嘛，一个是学术伦理，你说两个礼拜以后会有这个研究诚信办公室有新的规范嘛？科普的部分有加了预算，那你说未来每年暑假都会办嘛？甚至是办在华山嘛？对，好，这个些都是部长的意志，我希望到下面的时候可以真的贯彻。部长，这份是您的书面报告，不晓得你是不是逐字有看过？是，尽量啦，尽量啦，哈，所以你也同意这份代表你的想法嘛，对不对？那我刚刚我们今天的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伦理，谈的是有点抄袭这样子的问题嘛，对，好。部长，抄袭变造，然后伪造，这个当然不是什么学术报告啦，是，好，也不是什么抄袭的问题啦，好，但是如果我们就谈刚刚我的第二项，我关心的科普政策好了，这个在您的书面报告里面是放在第四项，也就是从第36页开始，这一本是去年9月杨部长提出的书面报告。
他的科普政策放在哪里呢？放在第九项，是从55页开始。部长，不好意思，这两本书面报告从我刚刚说的页数开始，除了数字场次有所不同之外，连小标段落所有的形容词都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学术伦理抄袭的问题，我在意的是科普的问题。那么从九月到现在三月，似乎都没有任何的变化。那好，这个部长，我先说，这个是我刚刚说的。部长，我知道你都听懂我说的了，但是到执行的部分，对，是不是可以真正执行的好？这个请部长，好，您这作为教育部和科技部都有经验的部长哦，那请你多多关照。好，谢谢部长，谢谢，谢谢委员。一模一样哦，一个字都没有改哦。啊，是学术报告，太客气了。好，现在我们请柯志恩委员。好，谢谢赵委，我们请部长。请部长。柯委员好。好，部长，我同样的哦，我刚刚看到你第一页的这个投影片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还是学者教授上身了，非常肯定你的努力，对很多事情还是有非常的融会贯通哦。不过我还是有觉得，我们科发基金106年，我们编了423亿，其中有关于学术专题研究就有214亿，大概占了50%。但你今天报告里面有关于学术伦理的部分只有5页，占了7%，实在是不成比例哦。好，我刚刚应该提，就是说我们几乎只有不到零点一%的人是违法那个，所以有99.9%以上是不需要去碰触那个才对。哦，那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一个部分，来部长，我们这个有关于这个台大郭明良教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论文的层面啊，像目前你送到你科技部了嘛？对。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您过去是台大副校长，所以你是借调的身份，所以你在这边也要经过杨校长的同意。而现在你是科技部的部长，你觉得你怎么样做到利益回避？而且今天所讨论的都是跟台大有关，这个部分你怎么做到？我想在科技的研究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这个个别的一个立场，通常在一个学术的讨论里面，一定是就事论事嘛。那科技部我们一向也一直在提说，所有这些资讯包括论文，我想那十几篇论文其实它都是一个学术论文，它都是公开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说科学证据来说话，让证据说话，那跟谁在哪里其实是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在初审也是找相关这个专业来研判。对，部长，你最近两年，你最近几年有没有跟杨校长合作过很多的文章？计划当然有啊，因为很多都是要校长副校长主持，所以那个没有错啊。你们最近两年当中，104年跟105年，你跟杨校长里面，你们共同研究的金额达到3600万元。对，但是那个是因为部会的要求，就是说他是以单位主管，因为你在主管你要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部会的部分需要来讨论的。我们再来看下一页，部长，我们调出从96年到106年，你的研究笔数51笔。总经费呢？我真的算了老半天，5亿多。杨校长10年来222笔，经费是17亿。这不是只有在我们的科发基金，还包括什么国家卫生研究院，所有的对，只要放上去，可能是计划主持人，可能是共同，可能是协同。对。可是这么大的一笔数字啊，当然我非常肯定你们一定是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累积你们的知名度，但是呢，当知名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构体。这个里面当中呢，你可以发现，我完全认为说可以培育非常多我们的博士生。虽然很血汗，不过这都是学习研究中的必要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只是说，这么大的一笔经费，这个经费几乎是所有各校研究单位里面，就是望之，就是看的，真是仰之弥坚的，望之弥高。其实我要特别说明哦，因为杨校长部分我不清楚，但是我自己部分我要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最近我主持两个很大的产学研究计划，一个是跟 Intel 合作的计划，那个是一个5年计划 ，Intel 每年投资5000万在这个计划，那相对科技部当时提供也是5年，每年将近5000万的经费，所以事实上那5年就是2亿多。另外这3年我回去以后也协助跟大联盟那个推动，我们大联盟每年是7000多万，谢谢，所以要跟委员报告，光3年就2亿多。我想这个
而且我要跟委员提，就是说，那个我主持那个计划，可是底下我们有将近40位教授共同跟国外的合作。完全同意，但是部长，请你看这个数字，51笔，哇塞，10年你51笔，你还要当副校长，你不觉得你的计划也非常多吗？你有办法面面俱到吗？我现在只是条件说，台大有这么大的一个资源。我完全，我刚刚还是很肯定你的这个学术的成就，但是呢，你看看我们教学研究服务这么多当中，这51笔当中有多少，绝对是会不会有很多的计划，是因为看到你的名字，看到杨校长的名字，看到你们过去这么伟大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计划就非常容易通过，所以有下面有非常多的新进的人都很希望附属在你们的计划下面。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形成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结构体。台大得到这么大的资源，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审视？我们先看下面。当然，我们先从这个地方，根据你们的第九条当中，一旦在论文当中列明，他只对他贡献的部分来做负责，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像是以台大目前成立9人小组，我决定相信杨校长是没有问题。他在这个部分，因为他所贡献的部分，现在目前已经6比0，认为他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下面，没有作假，但是呢，部长。长期合作的团队，今天是会被社会所诟病的，就是你们拿了这么多的资源，然后呢，包括郭明良他在2006年他所获得的这个所谓的学术奖，10年来有这么多，你们长期合作这么多，10年来有这么多的瑕疵，包括还得过很多教育部的学术奖，难道可以说没有责任吗？杨校长部分这个部分是没有。造假这部分或许是可以，但是今天大家所 argue 的并不是这个东西。你们拿到这么多资源，有40几个人，然后呢，每一年你看10年当中222笔，一年要分到多少笔？这么多人附属之下面，当别人有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说我这个部分没有事，我就全部没有责任呢？对，这才是整个社会大家最诟病的。我想我要跟委员特别说明，因为当时在教育部的时候，委员对这个问题也就一直在追踪啊。那我在科技部，我想一再进来，我就跟大家一直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做研究，其实我们应该重视的是产出，而不是投入。所以你看，所有的以前的资料都是说我投入这个多少经费，我觉得这个思维完全是。不对，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你投了这个经费以后产出什么东西。所以我希望将来看到的不是说谁拿了多少钱，而是说谁用这些 少量的经费去创造整个国家多少资源。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刚刚所得到的部分。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当我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这些产出就能够叫做无所遁形被检视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出在于说，大家都只看这个表面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就会造成说你很容易被蒙蔽的情况会出现。但是部长，这也是我们学术圈长期对一件事情的思维，对，没有错，需要被打破。是，但是我今天要去问的部分就是，你虽然是你是科技部长，你当你这个台大这份报告送到我们科技部的时候呢，你或许不是科技部的学审委员，你因为你可能是 assign 你的一个副你的次。然后 来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所组织来把台大的这个报告拿上来之后呢，你的团队组织当中还是你去 assign 的，所以你还是有绝对的一个很大的权力来决定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什么。所以我刚才特别问到，你怎么做到利益回避？我想这个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委员会已经组成，所以委员可以放心的，整个委员会跟我其实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其实 even 当时在教育部那个委员会也不是我勾选，完全就是让，所以这个部分没有那些问题。那就是说整个程序对我来讲，就是管理这个整个程序是不是能够真正有一个 SOP， 那这个部分也跟我们报告，在我们整个规划里头，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没有任何回避的空间。那我们就要再问，这为什么今天大家这么多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所有论文的造假事件都是由国外的网站，不管它有没有专业，是不是匿名或非匿名，但是呢，我们到底做什么？我们包括你们得过学术奖的这样的部分里面，都还被挑战说有很大的一个瑕疵，所以表示到底是审查机制出了问题，还是我们造假的骗术太高明？而且呢，你今天所提出来的学术伦理办公室号，你改名叫做研究诚信办公室 ，research， 你也得到了一个，你也告诉我们你们最大的一个亮点，还有。就说哇塞，真的是又是6小时的课程，哇塞，每个人都要去上课，这不是上课不上课的问题。部长，你刚刚特别点到一个叫做心理学，哈，那本来是头昏的，再听到心理学两个就突然冒出来。你讲到那个什么奖励跟惩罚，那是行为主义，那早就1960年就已经过时了啦。现在讲的是认知主义，是你脑袋瓜好不好？是脑袋瓜里面，你那个伦理是放在你脑袋瓜里面。其实一样啊，因为在现在的、当然不一样，两个学术怎么会一样？我只告诉你以后不要随便用那个什么行为主义的那个心理学来告诉我们，这个才是我们要的一个认知主义的，告诉你怎么样用个脑袋瓜里面的
共生共利的结构，诚如我刚刚所提到的，整个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 来自这个地方，它会成为一个 M 型的一个部分。虽然我相信部长，我也刚刚也特别提到，你每一个步骤都是你很扎实的成果，对，但是当你做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每个人往往都是看到你的名字，其实你们要补助计划是非常非常的容易的。没有错，我想这个也是希望委员帮忙，我们一起来努力，因为这个结构一定要，我怎么办法？这是你们有啊，还是你们、啊、我们现在的办法会去做。我刚刚已经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所有这些结构体是来自于我能够拿到资源，但是拿到资源怎么拿到，是因为透过了审查机制。所以我刚刚已经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你要从根从审查机制对这个个人资料的要求，那我已经把它改掉，就是说以前在科技部的专题研究计划必须填注所谓的著作表，那个 C302 表我们已经做修正，那我也要求各学门应该针在不同学门领域的形态来定义，说我对这个产出这个执行人，为什么我们觉得科技部国家值得投资在他身上，没有错，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跟委员提，就是说这个不可能一夕之间就要全部改掉。所以我才跟你讲嘛，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到，在你所有这个五页报告当中，除了你所讲的这个部分，虽然我觉得六小时真的是蛮扰民，谁不知道怎么样做，那是你有没有有心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变造的部分？有，当然会做，对，我们要努力做。可以，但是我觉得那这个是因为杨部长定下，我当然也不宜急着现在推翻，但是我们会照刚刚委员提的，所以我刚才提说委员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这个改变结构需要时间，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个是打破学术界共生共利的这个结构，这么大的一个打破，这个 M 型的这个部分，不是到时候看到一个大佬一出现挂名，所有的全部的资源全部在他身上，我完全同意，然后全部的那个小的那个博士生新进的助理教授全部往他们靠拢，是啊，然后呢，说实在的，你们要审这个东西一大片下来之后，审来审去都是这领域的人，都是这领域的人，更比方说，对不起，主席，今天是妇女节，让妇女多讲一分钟，好。然后重点就是，你看，绝对是要是，不仅是这个跨领域的部分，哪有办法那么多？一定要把它讲到底。我真的是，我想来跟委员报告，我们正在研拟，就是说对女性的科学科研人员，我们希望也提供一个专案来协助女性科研人员，不是女性科研人员，我是说那个年纪。好了，没有错了，我是你刚刚额外讲的。这个、好了，妇女节的福利给女性科学家，好了，那就今天列入计划哈。这个是帮女性讲话。我的重点还是一句话，那个 M 型的部分，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打破，从你开始，因为你是我们学术界的巨擘，你能够带领一个很以身作则的方法。我希望从这个地方开始能够打破，这才让我们很多真正的有实力，但是他毕竟没有附属在你们这个大巨人之下的人，还有机会喘息，有机会往上爬。是的，在委员会督导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谢谢，谢谢，谢谢部长。以后补助注意一下女性科学家的权益哈。妇女节的权益。好，我们现在请张廖万坚委员。好，谢谢主席。好，我们请那个陈部长，请陈部长。哎，张耀文好。哎，部长好，我想我要恭喜了，恭喜你了。听说你要来这里也是，一开始没有答应了，是？对，我是很哀伤的离开教育部。真的、啊？那你是比较想舍不得离开教育部？教育部长还是科技部长？没有，我觉得说现在对台湾的未来，人才的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从根本然后提升，让它进一步变成一个可用的人才，那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教育科技是一环、好，我想我看了你报告里面，我对这个你要选送50位。博士生要到矽谷，要到比较先进的一些研究机构去送他们去，然后让这些博士级的研究生优秀的能够跟世界接轨，这个我等一下会跟你咨询。我想我先接前两位委员他们提到的，就是说包括你要把这个违反学术伦理，这个过去的学术伦理的办公室改成诚信研究诚信的一个办公室。我想刚才部长有提到，过去因为违反伦理的、违反学术伦理的这些名单，事实上没有被很具体的公告，就产生了一些现象。那其实最近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其实因为没有公告，所以我们公立大专以上校长在遴选的时候，他曾经违反学术伦理，结果他还是被选上了，因为他的资讯没有揭露。102年的时候，对。你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他只有停权一年，没有达到那个所谓比较重大公告，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当时我已经看到这个案例，你看到那个案例？对，事实上，
我如果去应征校长，我大概也不会去讲说我的资历里面有违反学术伦理了，大概不会有人这样子嘛。那因为你的违反学术伦理这种负面的讯息没有被公告，你也查不到，所以遴选委员大概也不会知道，对不对？对。所以你认为有违反学术伦理的这些学者教授适不适合当公立学校，或者不要说公立学校，一般大学院校的校长适不适合？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我为什么把它改成叫研究诚信，也是有一些理由，因为我们在观察国外对 research integrity， 包括说他都有国际会议在专门做研讨了哈。我现在是问部长，那个就是你会不会认为违反学术伦理的？对，我其实要跟委员提，就是说因为这个违反学术伦理的样态，其实轻重也都不一样了，对，所以应该还是要看样态。所以我是要跟部长讲，要公告。对，适不适合会有遴选委员，我们绝对尊重他的遴选的专业性，但是那个透明性也要够，透明性够就包括这些遴选的候选人的背景就必须要透明。对，我想我这样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案子，所以你说两个礼拜后之后，我们会把一些相关的违反学术伦理的这些一定会公告。对。你不公告就会产生这个现象。对，我们会把那个办法有一个违反学术伦理没有诚信的研究的一个教授或者。来自教，我觉得这个是就样态，我要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让科学证据去说话嘛，哈。对。那科学界他们的惯例有科研人员的智力的形态，所以我们还是会依照那个形态来判别说，不是说好像所有的都会公开。我想我们还是给一个让他们一个。我觉得哈，要遴选校长这件你一定要把它加进去了哈，一定要。如果有的话，你让专业的委员去看他。对，就当学术的领导了，我想更应该要求更高，就是要用最高标准的要求。我是提醒你这个一定要，不然就会再发生类似的状况了哈。那我想部长在就任之后提出了三大使命，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以科学人才的奠基连接未来世界，所以你要征选50位的这个博士。这个博士级优秀的到矽谷或者知名的产学机构培训。那刚才您报告的时候也说，其实已经超过50位了。是，就是对，愿意接待我们去的这些机构，就是主要都是当时我们希望是说，因为要连接未来世界嘛。对。因为未来世界希望到一个比较创新的单位看到未来的趋势。那部长，你知不知道，其实现在科技部就有补助，有几个相关的，像千里马这个就是，那博士后也是。其实他就每年的补助，我们给他看那有点。对，我其实也知道这个现象，但是意思就是说，当这些人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把这整个这些培训的人才适当去串联，所以台湾没有办法扮演一个创新科技的平台。那我们必须把这个平台。所以部长，我现在就要慎重问你，就是说过去科技部补助这些所谓的博士生或博士后的出国的这些，每年大概核定的在200件左右。对，所以你认为这样的计划，过去这样的计划，事实上。没有好好去连结，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展什么重点产业，哪些是创新，哪些在世界上，其实他现在目前正在做的，我们只是把钱分出去而已。对，就是刚才苏委员讲的说，我们其实科技部80%几的预算都在做补助，那这样子你看，科技部在补助这个出国件数，我们看从最近五年，从101年的这个申请件数405件，到核定件数215，到我们。今年听说已经审过了，申请的件数剩下302件，核定的件数还是214件，我们的核定率从53%变70%，差不多70%都通过。像这样子，从101年到106年，这6年申请件数降低了25%，我们核定提高了17%。那个部长，你对这个现象？我们的博士生要申请出国，要申请科技部的补助，申请的件数减少了。对，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很多在讨论，就是大学的博士生急剧的下降嘛，几乎每年是用20%至30%的下降。那特别是在我们要推动的几个产业创新，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那其实真的要送到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想我们每年将近5000个博士生啊，对，我们现在博士是满天飞，好，然后现在来申请的件数居然是这么少。就这个到当然在学跟远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有啊，当然有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刚刚提到说，那大家对你的期待就是说，你过去在产学研都有相当的一个成就，不管在学术上在产业界都有。那你到科技部来，其实大家对你最大的期盼就是说，这些我们将近一年将近5000个博士生，那他们到底你是说50位，其实是1%，我们把它送到矽谷，送到比较知名的学研机构。
看他们能不能跟国际接轨，能不能带给台湾新的产业、新的思维，甚至呢来创业、哦、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跟委员说明，就是说这个刚被柯委员修理，就是说这个其实。人的心理非常重要啦，那我们需要一直想被修理的事情。我们要挑选的其实是，我们要挑选的其实是以说他有那个 motivation 这样才行啊。现在博士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人少，因为产业状况，所以其实 aggressive 的人不够多啊。我们其实是要挑选，就是说比较 aggressive 的这些人才来作为我们未来的培训的对象。我们再看下一页，其实我们看哈，这个我们现在其实这些博，我们的这个。全国的这个研发人力、哦、就是研发部门，我们现在大概啊，从2013年、哦、我们这科技部的统计资料大概300,000、哦、包括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高等教育部门、私人非盈利的部门，所谓的研究机构，对，对大概有啊，从2013年有300,000左右，301,001人，到了最新的在2015统计到2015有313,463啊，那我们平均呢、啊，博士的这个在研发的部门里面，大概有从49,922到42,174，大概就占14%左右了，13-14%左右。可是你看我的企业部门，我先要提醒你要去看企业部门啊，我们的企业部门从2013年大概有205,575，好，研发部门的人力。大概博士生占6,614，到2015年，大概是220,212，就是我们一般企业部门有220,000左右的研发人力，那博士生占7,647了，大概也只有3.5%，对，3.5%。好，您对这个现象就是说，你上来大家对你的期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打破产业界跟学员之间的一些。啊，这个问题，我们念了很多博士，跨了5,000多的博士，但真正后来投入企业部门，真正去做研发人力的，现在占才7,647啊。我想这个还是要回到那个需求面啦，我想供需本来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嘛，对。那所以国内必须要把这个环境创新环境要起来，才会让这个学有专精的博士有地方可以去。我们的博士哈，大概超过一半啊，超过一半。都回去学校了，对，都回去教育部门了、哦、大概60%多，60%几乎都回到学校。所以我想两个工作要做了，一个就是当然提升产业的升级，才有办法容纳比较高端；另外就是要引导这些人能够创造新的产业。所以我今天对部长有期许了、哦、就是说你过去不管在学术研究也好，在产业界也好，或者做这个啊链接平台的工作也好，本身做得不错。那今天到科技部来，我们有这些资源。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些博士后的研究，或者说在整个国家的研发人力上，我们既然培养了一年快5,000个博士生，结果投入研发的，尤其在企业界的这么的少，企业界所有的研发人力里面只有占3.5%。当然这3年是有进步了，从3.22、3.41到3.5左右，我等下算起来在3.5左右。那日本其实我们隔壁的国家，他们的企业界的研发人力啊。博士级就是至少他博士培养出来博士大概4.5%到5%，就是他有一定的比例、哦、甚至开发中的国家有的更高、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部长的期许就是说你很会用这个指标来做管理来做一个目标，我也希望我们部长既然到了科技部来、哦、也不用带着遗憾好好的培养新时代的这些研究人力，40岁以下的跑出去的，你要回来要好好追踪啊、哦。是，那这是你能够对国家做最大的贡献。对，那也要拜托委员会，就是说我上次在公听会提到说，因为我们的法令把学界跟产业界之间夹一道高墙，所以这个高墙底下，你任何人没有办法去打破法令的修正，才有办法让这个能够沟通。这个就是要请大院能够协助我们对相关法令的修订，已经还在对我们下礼拜会做等人协商。其中还有一项就是，学校用100%新制裁的推广公司那个部分，其实还要请委员会到时候能够支持。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请吴思瑶委员。好，邀请我们部长。还有另外我请自然司的吴司长，还有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陈主任、啊、三位请啊，只有8+2哦，加一啊，
我很希望我是少女不是妇女，但是希望还是能够让我们畅所欲言，做四忘五的少女啊。好，部长，那我们司长跟主任大家辛苦了。部长，刚刚听你说你是很哀伤的离开教育部，那我希望你是很快乐的来到科技部。那从你的言谈当中，我想也澄清了。您跟之前的潘文忠部长没有什么矛盾嘛，对不对？我们合作无间，合作无间，所以你是很爱他的。现在也是合作无间，你是很爱他的，很好。但是希望你能够真的快快乐乐的来领导科技部，发挥你所谓鲶鱼部长的搅动整个科技部的这个功能。那今天我看到你，我觉得你话很多，跟我以前认识的次长比较谨守本分的次长不太一样。这是好事，你勇敢为你的政策辩护。但是今天我的主题在讲防灾，在讲火山，应该也不是您的专业，那我就希望您话少一点。好，我这位淑女不想修理你，嘿，那我们好好来探讨火山警报在台湾是拉警报的。大屯火山在我的选区北投士林，我们的灾防不能够再休眠了。好，下一页。火山灾害，我们在2010年的冰岛艾雅法拉火山爆发之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火山爆发，影响了航空，影响了观光，影响了经济，影响了产业。台湾想，我们应当未雨绸缪，下野。所以在2010年，我们成立了大屯火山的观测站，非常好。我们知道应当有作为，启动一个火山的监测，下野。那目前这个监测是科技部主导，我们纳入了中研院的研究团队、交通部气象局、经济部的地调所。那分工如我呈现出来的这个资讯，部长您看，黄色的部分就是已经做了，火山观测的部分做比较多，白色的部分是应该做还在规划当中，就包括火山观测当中的地质灾害这一块要拨破网，在科学教育里头，科学教育里头有关于火山这一类的成因威胁，它可以应用在资源休憩发电这些以及生态环境上，其实是没有作为。拜托，卤主是科技部，在这一个火山监测站、观测站上，好事不要做半套。下一页，报纸非常大的报道，大屯火山群是超级炸弹。报纸报道，也就是我们刚刚的 TVO 大屯山的火山监测站的主任，他说已经发现，在金山万里的地底下有大约大于四分之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岩浆库存在，所以大屯火山它不再是我们过去认为的休火山，它是活火山。哇，写得好吓人哦，写得好吓人哦，这到底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的假议题，还是我们应当面对但迟迟都没有去面对的真相？部长，火山不是你的专业，但是你认为呢？委员，这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灾防中心陈主任来帮我说明？好，主任，没关系，那我一起讲完。好，对，你知道你话要少一点哈。好，下一页，我跟部长报告，就算是杞人忧天，我也会选择义无反顾的杞人忧天，因为一旦有喷发，时速数百公里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不知道专业名词怎么讲，它整个影响就是在本席的选区士林火北投阳明山，非常造成我们现在居民的恐慌。我们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I do care， 我希望部长也要 care 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科技部目前对于火山的监测、灾变研究，不管是研究或是化研为用，都不够，都不够，都不够。如果未来还是这样，我真的要修理你了。下一页，
我跟您细读了所有您整本的报告里头，现在的 TVO 其实它的建制只是 just the beginning， 它的监测的密集、监测站设定的密度跟广度都不够。在后面点头如捣蒜的是主任嘛，还是司长？自然师的司长，是司长。经费是由这边来做。哦，对不起，我两个搞混，因为我看起来白头发比较像司长，对不起。好，司长，我说的没有错吧？我替你讨资源，监测设备要升级，密度广度不够，我们的监测是作假的。下一页，料敌要从宽呐。我们在研究的面向上，光设了一个 TVO， 好不容易设立了，可是人力很少。我的助理前阵子整个办公室去做考察，人力是吃紧的，预算越来越少。当然早期编很多婴儿仪器，可是现在每年都大概只剩下400万规模， total 只投入了3500万左右，人不够，钱不够，我们真的如何来料敌从宽？我们真的整个对于火山活动的应变防范都是休眠状态。下一页，我们要御敌从严，应用面的部分，今天你的整本报告里头，我很遗憾，灾防科技是你所有的业务里头的最后一块。好，写在最后不代表它不重要，但是你在里头写到很多，我们如何化研为用，这就是科技部的重要的功能。我们要针对校园地景，对不起，校园地震的预警系统来协助各校建立，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化研为用。我们要对区域型的大规模的这个崩塌的地形潜势分析来化研为用，这也该做。那我们对于很多的坡地、天气、地震、防洪都有化研为用的政策跟做法，可是就是火山的研究这一块，不但在研究的部分资源欠缺，在化研为用的部分，对不起，我看不到，也就是没有啊。部长，我们要迎头赶上，御敌从宽从严，对不起。下一页，我点出几个问题哦，您回去做记录，只要能够拨破网，我就能够放心。现在在应用面的灾防技术里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整个灾害潜势地图里头，没有火山灾害，没有啊？主任有吗？有吗？这是我刚调上来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有公布。啊？中央地质调查所有。那我们是科技部哎、欸？有没有？经济部跟科技部，我知道合作好。我调阅的资料是独缺火山灾害，如果有的话告诉我，让我安心，很好。好，下一页，重点来了，部长，我们的火山的这个预估的时间，就我看你们的灾害的这个周报里头，灾防周报里头说，如果大屯火山会有运动，会有它的地层的这个作用，会有1到2周的预警时间。可是就以台湾，我们有如日本2014喷发的玉玉火山一样，都属于喷气型的蒸汽型的火山，他们从发现侦测到实际的喷发只有10分钟。我们说大屯火山是1到2周的应变时间，但是日本跟我们雷同的只有10分钟。我希望我们不要错估一个灾害应变时间，你们会去检讨。下一页，灾防很重要的就是，我曾经质询过我们的原能会主委，部长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手机只要有地震，你马上会收到简讯。我前阵子质询他，才发现现在我们的各类，包括豪雨气象局会发布，你会收到简讯；包括土石流，我们水保局会发布，你也会收到。在本席的催生跟要求之下，核灾已经要上线了。可是火山灾害的部分没有被纳入，可以研究，因为它涉及灾防法的修法，这应该可以把它放进去。可谢谢，来做好不好？谢谢部长承诺。下一页，最核心的问题是现行的灾防法，我们的法制没有健全。灾防法里头规范了非常多的灾害，地震、台风，我们最常发生的都有，土石流都有，旱灾都有，矿灾都有，但是就是没有火山灾害。它的影响在什么？它的影响就是第二条的本法适用的灾害，如果没有火山的话，第三条的各项灾害的预防应变就没有主责机关，就没有主责机关，这事情有多少条啊？
修法，好，如果需要的话，对，我们谢谢委员指正。我想这个部分我会请张中心来协助，因为我们的灾防中心事实上就是我们行政院的这个中央灾害防救汇报的幕僚，这个随即来启动，不能够独缺火山灾害。我再说一次，关乎我的士林北投、大台北地区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的防范。妇女节让我多一点时间，谢谢。下一页，快结束了。那现在的灾防 K 几杠，还包括灾防整个 SOP。我目前看到中央没有关于火山灾害的灾防 SOP， 我倒是在台北市政府看到了。当然地方应当做，但我认为我们科技部中央有更高的专业能力，我们要提升到中央的层级，不应该把火山灾害丢给地方政府自己扛，更何况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现在的有关于火山的应变疏散都只是纸上谈兵，你们去协助他们，督导他们。下一页，而没有一个 SOP， 当然就没有实质的演练。当台湾大家都知道核灾要演练，核灾我们现在原能会动起来，大家都常常在做演练。但是对于你至少对于大台北地区的北区，也就是本席的选区士林北投阳明山地区，是不是大家要有居安思危这样子的一套应变的认知，在我们居民的心里，透过邻里系统、民政系统、地方的警消系统，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秀出来的图片是日本的玉玉火山喷发两年前，他们如何能够，虽然还是造成了十多人的死亡，但是日本常常在演练这个，他们还是造成死伤。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啊，最后一页。所以我的要求，我希望能够得到我们鲶鱼部长的正面的 yes， 你就 say yes 就好，包括补充人力物力相关资源，对于现在的 TVO 大屯火山的这个监测站，协助他们，然后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有很多的国际学术交流，跟日本就要 focus 在火山监测应变防范的这个灾防技术里头，这个 yes 吧？是。第二个，赶快研议是不是修正灾害防救法，定定一个明确的主责机关纳入火山灾害这一类，没问题吧？可以。第三个，也应该像我去督促原委会一样、原能会一样，我们的火山灾害的预警，你至少大台北地区的居民要设置这样一个简讯发送系统，对，可以去做，谢谢。第四个，强化火山研究的能量，而且要化研为用，建立科技防灾。这个 OK 吗？ OK。 最后一项当然就是实质的灾防演练跟应变程序，强化中央跟地方的作为。你每一项都说好，好，好，如果没有做好，下次就修理你了。是，是。好，那妇女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好，现在我们请何新纯委员。谢谢主席啊，大家好，我们请部长。主席，主席，保定的给你。陈部长。好，委员好。谢谢，谢谢啊，部长。虽然刚刚听说你哀伤的离开教育部了啊，不过恭喜你来当科技部长了啊。那科技部，我相信对你来讲应该是驾新旧熟，因为呢，你本身在学术界的这个，不管是身份地位啦，或者是这个学术研究的声望，都非常的得众望哦。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啦，期许哦。不过在开始我关心今天你的这个业务报告里面有关人才的部分之前哦，因为刚刚听到你回答几个委员有关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个诚信办公室，你说成立了。对，办法定了，那办公室 这一两年那这个办公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是一个专职的办公室，我们会有专人，对，专职专人，那大概多大规模？我目前规划，因为是以建制资料库跟那个样态，那行政程序会有其他师来协助，所以目前我们规划是有四个专职的人会在里头。那由谁来？
我们会现在目前我们规划是有会指定一个参事来做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好，所以他会是一个常设的专职的一个单位，不再是过去所谓的连临时编制、任务编制之类的组织喽。对。好，那这个办公室的定位、组织定位，你刚刚明确的回答。那未来呢？他主要的业务除了你刚刚所讲的这个研究的样态啦，或是其他这样子的资料的收集之外，那他还能扮演什么样更积极的角色？一个当然就是协助我们研究人员的相关的教育啦，让他知道说全世界在这种违反的样态现在有哪些科技进展，就会有新的那个方法出来。所以他也同时办理要求各界来演习的这样子的，对，会协助他学习去认知嘛。另外一个就在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希望他能够扮演类似检察官的角色，就有任何出现的时候，他能够尽快跟资料库跟国外这比对，那这些资料可以立刻进行我们初审跟复审，所以可以加速整个处理的速度。你刚刚讲的第二个角色，就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他扮演类似检察官的角色。那现在台大杨校长跟郭教授的这个研究案里面发生了学术伦理这么严重的背离的状况，那好像一出连续剧啊，郭教授也出来喊冤，那出来喊冤之后呢，台大的自己内部的调查还是认为是杨校长没事，郭教授有事。可是殊不知呢，后面呢又来一个美女教授又跳出来 喊冤说他呢是垫背的。那这一连串的好像连续剧的一个发展，那未来在你这个研究诚信研究社要扮演检察官的角色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怎么做？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让科学数据来说话，他可以直接就台大，比如说以台大这个案子，他可以直接就介入吗？目前我们并没有那个像调查权这种法言呐，所以我刚刚只是说类似哦。那因为但是好处就是说，在国外这种机制里面，它可以有一些资料的样态，包括说用哪些工具来做变造，或者用哪些工具可以去检验。如果这个方式是可以，来，我接着问，如果你这个办公室真的成立了哈，来得及成立了哈，那台大这件事还没有完结篇呐，人小狗也被耍啦。那你这个办公室要不要主动提供协助？他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在处理中，所以不想再干涉现在处理的程序啊，所以目前的不圆满啊。目前其实教育部不幸福啊。教育部跟那谁来做最后的定夺？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要依赖这科研人员的专业啊。事实上，目前科技部跟教育部两个专业的委员会已经在对台大提出来的资料跟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做会审，所以这个时候科学研判，我想是回归专业，他们科研人员自己对他所谓相片那这些细胞资讯，他如何去判读，他们做一个科学的检验出来以后，那我想行政单位的程序就是照这些科学的证据做行政的处分。部长，我是建议啦，我们真的要好好面对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的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落幕，我讲还要被完结篇啦，那事实上是对台湾的一个学术的声誉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这不是在国内，这在国际上也是哦。那如果说没有好好的处理，那没有一个好的 ending， 没有一个好的一个面对的态度跟解决问题的话，那这样下去，台湾的学术界又会蒙上很大一层灰啦，所以我不希望台湾的学术界在国际上是如此的被对待跟看待啦。所以部长，我们当然很期待你这个研究诚信的研究办公室赶快成立了，能够把这些样态能够的研究清楚、收集清楚，作为未来像您刚刚讲的类似检察官的角色，他呢不仅有一个提供资讯，还有呢提供一个透明，提供一个整个什么叫做学术伦理、学术研究该有的专的一个态度。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希望赶快啦，希望赶快啦，赶快完，赶快办啦，好不好？那我也希望，我期待看啊，未来这个办公室能够发挥它真的，您刚刚所说的，如你所说的一个角色要扮演的好，然后事实上，让所谓的学术伦理回归本质，好不好？对，我们一定努力。第二个啊，每一个科技部长上任了，我都一直问啊，啊，你讲哪有科技部长常常换人哈？拍谁？部长，你认为下一个台湾的代表性的科技产业是什么？科技产业，我想还是回到应用面了，就人的相关的应用。那如果要讲一个比较大项，我想就是人工智慧了。人工智慧。对。
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已经输了很多，落后了很多？我必须要谈，我为什么会关心这一点？过去大家，包括这两天有媒体也有报道，甚至有国际的媒体在告诉我们，台湾还沉浸在过去的荣光，那个荣光是在这个科技电脑硬体产业。我们现在的代表性人物叫做张忠谋，已经八十几岁了。那我们呢，现在可以在国际的科技产业上面可以端得出来的产业，好像永远就是那几个可以端得上台面的，让国际看见台湾的，也就是那么几个科技大佬。那下一个科技产业能够带领台湾进步的到底是什么？那人工智慧我们也谈了很久很久了。那部长，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人工智慧是下一个台湾的一个代表性的科技产业，那要怎么做？我们现在的做法，当然科技部也在基础研究其实都有适当的投入啦，所以人工智慧这几年在所谓的专题研究计划也是有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就希望说把跨领域的能量能够集合在一起，特别是人工智慧将来一个是在应用，像我们看到那个 Google 的 AlphaGo 在下棋上面的智慧，那现在也有很多人 用在所谓的影像或者医疗影像的判读，那所以它跨领域 的知识需要进来。那科技部这边我们现在正找专业在研拟，希望能够组成针对人工智慧的卓越研究中心，能够把国内外相关的产学能够汇集，那创造一些新的机会。部长你说的很好，但是我是期待能够做，过去好几任部长、都讲得很好，但是我们看到过去我们的所谓的科技产业通通没有如我们所愿的发展的好。那人工智慧最重要的是台湾有人才，但是台湾的人才够不够，足不足，能量是不是能够提升？我想这是科技部在你的业务报告里面有提到的。我关心的是人才，人工智慧的人才在台湾不少，对，但是外流的也不少，对不对，部长？就是要有他可以发挥的舞台啦，所以我也刚也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科技部我们现在的做法也跟同仁一直在讨论，就是说科技部未来在对这些计划的推动，不是只注重在投入，我们希望能够回归本质，是注重它的产出啦。所以我提倡以终为始，就希望说真正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们是要以那个当作我们努力的方向。部长说的很容易了哈，整个我们产业的环境哦，是不是能够留住人才，是不是能够培育人才？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不是只有科技部的事情。我知道行政院也有一个这个留才揽才育才的一个大计划，包括法案也正在研拟要修。但是我现在关心的很多研究报告告诉我们，2021全球的人才报告告诉我们，台湾到2021会是全球人才短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21，看起来那学校足久的吼，无呢，过四年的时间就搞完呢。这四年里面，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能做到什么？而且呢，不是只有人才最短缺，还要面临最重要的嘛，少子化。少子化之后，我们的生源、我们的研究人才短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在这么一个严峻的一个少子化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的去培育人才、留住人才，这个是我们的政府的一大挑战。你刚刚说的人工智慧，我们是下一个科技的代表产业，但是我们人工智慧的人才就算多，但是外流的也多。我记得我上一次问杨部长的时候，他跟我讲，我们现在科技部没有任何的一个 database 告诉我们台湾每年外流人才有多少，他只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每年外流而且主要是流向中国50万到100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当我们都已经培育不及了，结果人才外流这么的严重。来，再下一张，除了育才留才，还有吸引揽才啦，吸引外国国外人才，我们有很多的法令是不足的，是需要修的。全球的竞争力的指数也告诉我们、台湾在这个吸引人才的一个排名里面是在后段班，排六十几名，全世界排六十几名后半段、所以呢，而且在亚洲里面算是最末。所以呢， 我觉得部长，我提了这几个数字在告诉你，我们人才外流之严重，我们又吸引人家来的这个诱因又不足，我们自己又面对少子化，我们培养人才的一个深远的一个这个大环境的挑战跟严峻。所以部长，你的责任重大，你知道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要最后要提醒，三八妇女节可以多一分钟，对不对？好。我最后是要提醒哦，除了这几个数据，我们自己对自己国内的一个人才的一个流失或者是培育的一个数据 database， 我再提醒一次，我们真的要能够掌握，我们真的要能够掌握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对岸，对岸不是只有把他们的中国学生送来台湾了，要我们签一中承诺书了，而是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才，他不断的用了各式各样的非常优惠的诱因来吸引台湾的年轻人过去。我相信你应该也有耳闻，除了科技要面对红色的浪潮吸引了甚至重金挖角，把我们科技业半导体业的所有的这些重要的人才挖角过去以外，我们现在看到他们从今年初我得到的这样子一个讯息哦，他们的台办、国务院等等哦，总共设立了41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12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的就业的示范点，41+12，总共就53，而且他所有的对象都是针对台湾的年轻人。不管你是要去就业，不管你是要去创业，他提供你非常多的诱因。所以部长看到对岸，我们要想想自己，他们努力的要吸收我们的人才跟经验跟资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留住我们自己年轻人的心，我们自己人才的心，甚至可以透过修法，透过奖励措施等等，也要吸引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不是只有我们过去，我们也希望新南向政策里面要东南亚的人才可以进来台湾，是不是？是。所以部长，这个部分，这个人才的白皮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的看法，最后几秒钟。是，我们在那个全国科技会议的第3个大项，其实就是讨论这个部分。那对相关环境面，我们也有一些办法，所以到时候科技部会尽全力朝刚刚委员所指示的这几个方向来努力了。那我想人才其实是要一个好的练剑的舞台啊，所以我当时也提到说，你要有这个华山论剑的舞台，这些顶尖的人才会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如果塑造这样的环境，是科技部现在在积极努力的。那部长，我们会有几个做法，包括刚刚也提到说，我们会希望投入一些资源，像人工智慧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有足够量的一个国际的产学和联盟的合作中心在这个地方，那这样才能够吸进一部分的人才，能够在这里去创造一些。那还有就是，当他在这里聚集一些好的点子的时候，我们希望后续在整个创新创业的部分能够衔接，让他有这样的舞台去跟全世界征战。所以这几个部分希望能够逐步让有一些年轻人对台湾这个基地还是有信心。好，部长，那我们期待你哦。你从教育部来到科技部，事实上这个有一些业务是相关联性的哦。那所以我也希望呢，你过去在教育部推的这些产学研合作的一些计划，还有你刚刚讲的，到了科技部，我们去如何创造台湾是一个让这些年轻、让这些人才愿意留下来的一个基地，这个产业面、学界还有研究面，我们种种的这些环环相扣的一个环境，通通要把它打通任督二脉，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可以留住人才，台湾才会有希望啦。所以部长拜托，好，期待，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咨询的是许志杰赵伟。主席好，大家好，我们请部长。来，部长。哎，赵伟好。部长，刚才你讲到华山论剑，我倒是有一点兴趣啊。那个，我们新竹委员讲到要打通任督两脉啊，那怎么样找出这个武林盟主哈？好，这个舞台到底在哪里？所以正好昨天我们在行政院会上质询的时候，我有提到这个奥斯卡技职大师奖，这个就是一个华山，然后要怎么把那个东学西读南地北盖中神通呢，通通找到这上面来。好，那每个人表现有怎么样的水准，
可以堪称武林高手，啊，这样子，我想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的舞台，好，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想先听一下部长，就是对这个技职大师奖呢的期许，或者是你预计可以对我们科技界，好，或者是学术界有什么样的帮忙？谢谢委员的这个督促，所以在教育部也很快把那个技职大师奖弄出来嘛。那昨天也跟委员报告，就是今年就会开始筛选。那个方案当时我们着力很多。那在科技部也是一样，科技部也有一些相关的奖项。那我现在其实已经对奖项的办法做一点调整，也就是说，在一些刚刚讲说化研为用嘛，那这个用的这一块部分，如果让这一部分做实物研究有技术为底子的这些教授能够得到肯定，我想我们会修改相关的奖项来搭配。我想方法就是让教育部科技部一起去思考了，那我要看到的是成果，是就是在这个技职大师奖被挑选出来表扬的，它变成一个全台湾都知道的大事，我想那个鼓励应该是会很大嘛。对啊，那当然你要挑选出谁是哪一部分的，真的是堪称权威的，这个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们会很辛苦啦。好，但是呢，我刚提到的，因为你先讲到华山论剑，我就兴趣就来。好，为什么他们会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这个齐名呢？因为他们各自都是一方之霸嘛。好，所以呢，我们在我们技职大师奖里面，怎么样把这一个舞台，把它呈现的给全国的人民看到，然后让全国的教授，好，全国的学界，好，能够投入这样子一个技职教育产业升级的研发，他们共这力量真的很大了哈。我们只是说这个力量都被学术引导过去，学术是很重要，啊，学术伦理刚才大家一直都在提，啊。但是呢，我们有什么方法来解决不要有这个学术伦理再发生的问题，或者是说能够把教授引导到，你不要只是 SCI， 你不要只是 SSCI， 你不要每天坐在那边一滴 I， 你可以转一个方向，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时间，甚至呢这个学术的论文呢，可能有一些小部分是捏造，小部分是造假，小部分是篡改。像这样子花这些精神，为了要去满足这个学术论文的需求，为了将来教授要升等，为了将来研究机会要补助，去用这样子一个虚无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学术论文很丰富，事实上底下呢可能有一些问题，那他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应付这一些，如果我们也开另外一个管道，华山论剑的一个新的舞台，然后让他可以在那个舞台发挥，对经济有贡献，对产业有贡献，又不用去造假，不用去捏造，你看这个多好。是我们会朝这个委员所提这个方向来努力。那几个刚刚提奖项跟那个专题的，我们都会朝这个来努力。所以我今天正好因为那个延寻我们部长的话，就是说要怎么样把学术伦理这样子一个论文。教授几乎都是大部分就是非常的重视论文啦，但是重视产学研究的他的能力的他的成果的这个真的是比较少，除非你有各自的兴趣啦。好，那为什么你会叫技转王？因为你对这个有兴趣，你会特别花多一点的时间，但是一般的教授他不见得要去花这样子的时间跟有这样子的兴趣，所以他就会集中在论文里面。所以这个引导，这个舞台其实对于台湾的教授，对于台湾的产业，对于台湾的经济，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都弯心存共啊，你任重道远哈，是啊，任重道远，要怎么样多多支持，把这个发挥出来哈。好，学术伦理，刚才我们好几位委员都有提到，也真的是沸沸扬扬了哈。那部长，你觉得要怎么改比较好？我们态度都是说我们会积极处理，然后勇敢改变嘛，所以一个是在积极处理部分，当然就是说他本来就有这个学术的处理的专业，那我们透过学术处理专业把样态能够
确实的调出来，包括这十几篇论文所造成的现象。那接下来就是行政处分，我们就会做相关的处分。我们现在跟教育部已经在做专业的会审。那这个确定以后，大概在一两个礼拜内，希望能够把处理的行政处分都能够处理完毕。我现在不讲个案了，我们先看去年的。我们有整理一份资料，去年我曾经咨询过哈。就是我们总共补出去的钱，有1亿多，1亿2600多万哈，追回来的呢有100多万，2%不到，啊，那当时我要求科技部要把这个办法修改，那你知道修改之后是什么吗？这个是法条修了，这是。在今年的1月，科技部内部关于这个学术伦理案件处理及审议要点，这是科技部自己修的。虽然当时你还没有来，还没有在这里。那修的这个是右边，这是旧条文；左边这个是新条文。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有什么新把戏。部长，你自己看得懂吗？我知道，因为那个差异是说，以前追的可能是研究计划，如果说假设100万，其中给这个教授的钱其实是很少的啦。所以如果以前追的就很少。你们改第二条跟第三条，你自己看，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看过。第二条是停权，第三条是追回。那你看新的是什么呢？第三条还是追回，第二条把第三条加到第二条底下，这叫改啊。这个科技部到底有没有用心啊？就是只要是停权，我们就会追回金额。这是你们自己的版本嘛，对不对？他是差异单位改的。对，来，你要不要林司长？包委员，以前我们的处分哈，书面告诫、停权跟追回金额这些是分开来处理的处分哈。那现在我们修正后的时候，只要他停权，我们就一定追回经费，所以他追回经费的比例是会大幅提高。以前是脱裤子不一定要放屁，放屁不一定要脱裤子，现在是放屁一定要脱裤子，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该处分对，该处分停权的时候就会同步追这些相关的项目。不是，你们难道你们都没有去分类吗？你不会写仔细一点吗？你不会去明定吗？比如说哪一些学术伦理的案件，哪一些是捏造的？捏造的是不是比篡改的还严重？篡改的是不是比抄袭还严重？抄袭是不是比一稿多稿还严重？那你什么情况之下你要追回到什么程度？你告诉我，这个就是我们有更用心、更具要求。坦白讲了哈。这个教授，你若给他写得很清楚，我捏造，当然是全部追回啊！一亿你都拢特等啊，你快干我袂做啊！哦，你把这个具体化嘛，我看你那个修改，有改那无改，那叫做啥？一粒金石头链这边弄那边，那个古镇内底上面写，你敢知？懂了哇？哈，那个一个井字中间一个点，那一字念懂。我们研究计划的补助的经费，那落里边拢是懂一声无，哈。你如果乱丢石头、乱篡改、乱捏造，我就是要把你要回来啊！这个部分是不是？是，就是跟委员说明，对我们现在办公室刚才也说明，就是说会依照国际惯例这个样态，那如果样态可以分出来，委员刚提的这个比较明确的样态处分就可以。部长觉得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对，可以啊，这样可以，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所以再修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啊，我们成立办公室就是已经责任之一，就是把这个处分的办法、就是、对了，我说至少你自己的办法。对，你今年一月修了一次，修的那个根本有修跟没修，我看是拢总无啥差。啊，表示讲这个修的时阵，坦白讲，无用心啦。好，所以是不是我在这边加要求这个办法再修一次？好，我们主管都在，我想大家都听到我说，我会努力。是。好，那什么时多久可以修好？这个办法是内部的嘛？对，它是内部的，所以我们内部就可以努力，应该不用等很久吧。我们因为有一些就是说那个专业还是要开专业的会议啦，所以是不是我尽量来处理啦。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会尽快，但是暂时不要在这里压时间啦。我们会因为台大那个案子我们要比较快处理，所以现在是全力希望两个礼拜内把那个完成嘛。那我们会依照这次处理那些经验来做一个办法的修订，这样会比较周延一点啦。好，总而言之就是
至少比如说半年之内，还是应该三个月可以的啦。半年之内一定可以。好，就说你把这个修一下，这样子很具体，不要这个就变成目前修的是打马虎眼。好，所以希望说部长这边可以再要求哈，有一个具体的修改的比较细节的明定的一个。好，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好。好，那这个我们就看拭目以待，什么时候完成，要让我们赶快知道一下。好，尽快。好。好，谢谢。好。谢谢许志杰委员。接着是蒋乃馨委员。那主席有请部长。部长请。哎，蒋委员好。部长，我想我们三个园区哈，三个科学园区哈。那么快打算的。那个营业额是多少？总共那个时候去年总共营业额是2兆3000多亿，在全国 GDP 多少 ？GDP 大概13.77左右。你是看我这个的，还是你事先已经准备好了？没有，我这个我当然会进来就会去看。为什么要这么早打出来？没有，他们业务报告的时候我有了解。因为我要放的时候你再放。好，你觉得这个三个的园区对全国的经济？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对，它贡献度跟那个 impact 其实是很大，占了14% GDP。对，所以如果它营业额降低的话，我们 GDP 会不会相对的减少？那以目前的状况来讲，他们的营业额会不会减少？如果说因为他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营业额最大其实在半导体这一块嘛，哈，半导体在制程的改变的时候，三个营业的园区会有点点增减的情况，是最高。我说你现在目前的状况，目前我们看到105年是历年最高了，就是它比104年又增加嘛，哈，那我们预估106年当然要看中科，特别是中科在新制程上面的贡献度如果能够提升，那今年的 GDP会不会比去年减少？三个园区的，就三个园区。我们是不是请园区？不是，我要请部长。我不是，以我们现在对几个，因为虽然你刚接了，对，可是我想，我们从对科技业以及刚刚提到说，我们里面最大的两个产业，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光电嘛，哈。对。依照我现在对这两个产业的了解，半导体今年还是会继续的成长，那甚至第一季已经看第一个月已经看到那成长比预期增加，那光电因为Samsung它整个面板策略的调整，这两年我们的面板业其实都还会相当的不错。好，所以从科技业，我想我不能影响到这个股市，但是就是说我们科技的研判应该是会增加。所以正常的情况下，以市场的趋势，应该会成长。对。可是如果有天后的问题呢？会不会影响它成长？就最近，比如说最近经济部长也在提水的问题，看到报纸，看到媒体。对不对？现在多在预购水车，竹科，对不对？台积电听说看新闻报道，预布了100多部雪车，水车的价格涨了10倍以上，这个对于半导体会不会有影响？半导体一个水一个电最重要嘛，你突然停电，它整个就完蛋嘛，你没有水，它也不能无法运转嘛。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今年的水。会不会造成对竹科有影响？水的部分应该这样说，就是如果台南的话，以现在预估的这个用水量，看起来不会有问题。中科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比较有问题就是竹科，现在已经开始有绿灯出现嘛，哈，所以这个部分也许相关的处置是不是可以让？现在竹科来讲已经是第一期的限水了。对，明天要开会讨论要不要进入第二期的限水。对。第二期的限水是什么？文英是不是可以让王局长帮忙？我这个园区的解决不了，这必须要科技部来解决。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科技部？对，就是说那个用水以现在策略，当然就是减供那个农业灌溉的用水来，就是然后竹科要减到多少？你说5%到20%？对，5%到20%。
竹科一天用的水多少吨？13万吨，13到14万吨，20%就是2.8万吨。所以2.8万吨，现在用的水车最大的35吨，最小的15吨。如果以35吨的话，一天要800辆车子，一天要800辆水车送水。我放下面让给你看。我们会增加用水回收率，减少。所以部长，如果进到第二阶段，我们竹科这些大厂还能运转吗？靠水车供应吗？目前如果再进入到2015年的这种情况下，进入到第三阶段限水的话，要怎么办？目前就是说，以现在的研判，第二阶段其实是不会有问题了哈，因为各厂商在再生水的回收，其实现在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要买水车嘛，不是租水车嘛。对，还有就是他们再生水的部分，这回收的部分，那这个是第二阶段，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哈。那第三阶段呢？第三阶段就会影响。第三阶段当然，因为水真的不够，就会影响到。对，不过就是说，因为这个只是因为缺水的事情，最近这10年来几乎年年发生。2015年是最严重，今年情况不知道会不会超过2015年。可是如果依照现在预估来讲的话，也很可能跟2015年会差不多。是，我们怎么办？我们对厂商怎么办？谢谢委员提醒，就是说，因为以往园区这边的 report 是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进入到第三阶段限水的情况。那也许我们会请园区这边去考量说，当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现在只有让厂商去租水车，对，去买水吗？除了这个，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也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呢？我们宝二水库无法供应，我们现在宝二水库的状况到底怎样？现在的用经济部他有没有办法提出更好的解决水的问题呀？这个部长你就必须要在行政院院会提出，要求行政院重视这个案子啊。好，我们会跟经济部一起来面对。园区的不可能参加行政院院会，可是部长你会参加行政院会，你不但参加行政院会，你也参加科技汇报。这种现象对于全国的 GDP 的影响，我们今天讲啊，这个保一保二很努力要，可是如果园区一发生问题的时候，影响的 GDP 是14%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重视吗？就让这个情况继续的发展下去吗？好，我刚刚提的就是我们会对这个部分做一个规划。那如果真的我们现在收集的情报，包括说自来水公司，其实它已经有规划，是希望从石门水库那边能够调拨一部分来支援新竹的这一块。对，那石门水库调拨就要靠翡翠水库调拨，对，对不 对, 对？在石门水库供水区用翡翠水库的水，对，然后石门水库的水再供应到这边来，这是不能解决啊。如何能够解决呢？这个科技部你要关心，而且你要提出，站在我们科学园区的立场上。难道今天我们外资厂商进入科学园区提供的时候，我们将来的合约上面就要讲将来要自备水车吗？一些回收利用，如果这样写上去的话，还来我们科学园区，还来投资我们台湾吗？对，我想跟委员，对，我们会努力，因为刚刚有跟委员提说，讲到水的问题，好，我们再来谈电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目前电的状况是怎么样？今年1月到2月，照说来讲，照往年来讲，用电都是很充分的。可是今年1月、2月的状况是怎么样？科技部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包委员，这个部分就是目前的用电，我知道的，跟经济部那边是经济部长当时的给我们的回应是这个部分他们有相关的策略可以应付。我放个资料给你看，好吧？部长，今年1月到2月，橘灯就有亮了10次，所谓的橘灯就是备载容量在6%以下。产生太多的供电的模式。才2个月，备载容量就在6%以下，今年会不会缺电？
现在大家都关心的是，部长说，经济部长说不会缺电，产业界说绝对会缺电。你看看这个趋势，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去年的橘灯，105年的橘灯，跟104年的橘灯，跟103年的橘灯来比比看，104年80次，103年33次，100年只有9次，103年只有9次，所以你看台湾的电严重到怎么样的程度？今年1月、2月两个月就10次了。还没有进入夏季哦，现在只是冬季啊，以前是用电最充裕的时候的，是台电都是在大修的时候，可是现在全部上线，大修全部延到今年年底。如果今天水也不够，电也不够，你刚才讲的 IC 产业、光电产业，不是电就是水嘛，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产业。难道我们将来在厂商投合约上面都要讲你要自备发电机，你要自购水车，因为我们水不够电不够，可以这样子吗？那谁来投资，谁来跟你签约？现在还有多少厂商要续约了？对，这个续约的时候怎么办？是这个部分，因为政府现在要提出力能政策，其实有一些估算是来自于太阳能跟风力离岸风力发电，那个部分会跟不积极啊。是我们也会找园区这边一起来。我们眼前就发生这样子，今年就要发生，绿能在今年能够全部填补吗？不可能的事嘛。台电现在也有增补那个机组，我们会找台电一起来协商那个限电的模式。环保署为了配合台电增补机组，两个礼拜前环评不过的，两个礼拜以后马上过了，把空污的标准马上提高3倍。为什么？就知道了，就知道了。现在用电到什么程度，宁可牺牲环保，本来不过的，用政策性的方式让它通过，让大潭机组，而且是用单循环式。所以部长，这个对于我们园区，对于台湾的经济命脉，科技部要关心。好，科技部要去争取，如何能够让园区不能缺水，让园区不能缺电，让厂商能够安心继续在台湾投资，我这话全部跑光。好，好不好？这个部长特别关心一下，谢谢。谢谢委员。等一下，那个高路委员咨询完，我们休息5分钟，让那个部长上一下洗手间啊。现在我们请蔡培慧委员。谢谢主席。那要麻烦请陈部长以及中科管理局的部长陈局长。局长，蔡委员好。是，部长好。那你离开教育部我也蛮伤心的，因为我觉得您过去对偏乡教育也很关心，但是我觉得您来科技部我更高兴，因为我觉得以您过去在台大的努力，然后还有就是对台湾农乡的了解，我相信我有可能可以来改变科学园区的既定印象。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往往把科学园区的科技就想象的是这种硬体的开发，可是我们知道来到21世纪，科技它应该要涵括着是非常丰富的智慧生活的可能性。那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高等科技园区要做什么，可能受制于它是中心新村，可能受制于它是文资馆、哦、这里头有很多的设施，所以在规划上面呢好像有点掣肘。好，但是我昨天呢，坦白讲，不管是我过去在教书或做科会计划，都是很认真的要做调查的了哈。所以我昨天去中心新村走了一遍，然后也去中创，我觉得其实高等科技园区就是面对21世纪台湾的科技走向的最好的实践基地。哦，那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
我印象中你们科技学园区在高等科技园区在设立的时候，它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在线农村的新生活风华，或者是国际接轨，然后再来就是带动地区产业化的引擎。那我来讲国际接轨这件事情好了，过去我们恐怕习惯的就是用塑胶碗，那我们已经把塑胶碗给抛弃了嘛，我们用纸碗。可是你们知道最近在中心新村已经有新的厂商进驻了，他做什么碗呢？他做蔗渣的碗。可是那个蔗渣的碗并不是拿蔗渣，它是把蔗渣去做生殖酒精，然后剩下的蔗渣再去做碗。所以这个碗假设你丢掉，就算你乱丢也没关系，因为它三个月之后就会滑，就会成为这个田园里的堆肥，或自动松散这样子。那这件事情跟国际有关系吗？你就是一个蔗渣的碗，有。因为整个世界在思考的就是说，工业革命造成的能源的耗尽，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废弃物变成使用物？那我觉得蔗渣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当然不止蔗渣了哈，我们中部或台湾的废弃物是多得不得了了哈，轮胎啊，各式各样的方式。那另外，我觉得第三点最重要的就是带动地区产业化的高质化引擎。但是这个高质化要怎么去思考呢？特别是你们当时设定高等科技园区的时候，特别强调地区产业哦。我们扪心自问，在南投、在彰化、在台中，甚至于云嘉地区，地区产业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农业，农业，对，对，确实是农业嘛，吼，所以农业事实上跟高等科技园区有无限的可能性。比如说，两三年前在这个米兰做的这个世界博览会，他所抛出来的问题就是饮食。台湾现在其实也类似的问题了，吼，就是说我们饮食的浪费太多了，可是我们仍然有穷苦的孩子是吃不起饭的。我们饮食的加工的添加物太多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吃到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在高等科技园区就可以做这样的基地啊，它是最接近土地的距离，它也可以去发展适当的加工。我举一个很简单，而且简单到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还是科技吗？或者这个还是机械吗？我之前去日本看他们的那个就是烘干机，和他们的烘干机，你会觉得说，哦，这太简单了吧，什么东西拿下去都可以烘干，烤箱都可以烘干了。可是事实上呢，在日本的这个烘干机呢，他们会针对你寄过来的，他从芒果、从这个橘子，甚至于柠檬，以及到叶菜，而且是油菜花哦，然后他们会针对不同的品项应该搭配什么样的温度，还有你这个品项切片的薄度是 0.5 公分或1公分，它应该要怎么，然后他们在这个加工的过程还有一个置入那个水蒸气的一个元素。这件事情太简单了，但是台湾有没有？没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将来你在思考高等科技园区可以去思考的重点。那高等科技园区很多事啦，比如说我在想说，台湾的那个我们也有能力发展出那个无人行驶的车子，好，那事实上中心新村就可以当一个基地啊，你可以在那边环绕啊，因为它的安全性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而且它的街区的这个高低或横向的那个畅通度也比较高的，或者是健康医疗。健康医疗不是只有躺在病床上的健康医疗，医食同源，我们应该在饮食的时候就加以思考，比如说我们一天哦热量应该吸取多少，然后你的冰箱可能可以控制说，哎，你这个东西快过期了，或者是营养度不够，你应该添加什么，它就可以完全自动化的来供应我们足够的资讯这样子哈。好，这个再讲下去就会讲那个中心新村怎么去创造未来一年或两年的一日游了哈。这个我必须讲，我在讲那个采茶，我们请委员来帮忙推广。我不是要推广，我是要跟你来开协调会，因为大家太忽略了，事实上。这些能力我们有，资源我们有，但是我们忽略了对农民需求的调查。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如果你是采茶机，台湾现在有没有机械采茶机？有，可是它就横扫过去，所以一个叶片可能会被切断。可是如果说我们要去延续台湾的茶的品质是世界顶尖的啦，如果我们要去延续一心二叶，那都要叫人去采嘛。可是如果我们可以用微控的，我们是可以设计机械用一心二叶或二心五叶来采的哦。
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大家忽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仰赖工人，然后我们的茶农也会说钢没搞，钢有法度去吹钢，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啊，还有除草机，因为现在的老人家他没有办法撒除草机，他可能就撒除草剂啊，那就会危害到林田的健康安全啊，或者是我们的农药化肥如果放太多，这个影响的不是农民，就影响了你跟我的肚子、欸、健康，所以这些监控微调都是高等科技园区可以研发的啦。我之所以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昨天去的时候，我去中创，现在经济部他们有部分委托工研院在那边做嘛，吼，我就注意到说，他们当然是用 LED 灯去照我们那个草莓啊，或者是这个茭白笋。可是我发觉他们也发现，就是我们有金花石蒜，它里头有一个这个药的成分是可以治疗阿兹海默症的。那现在这个药的成分都是化学的，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金花石蒜扩展，而现在的可能性就是说，他们很可能需要就是在它成长到什么时期的时候，那个含量最多，然后我怎么去采，怎么去取，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机械啊，哎，不机械啦，就是高等科技啊，高等科技，对对，所以我讲完了啦，哈，但我打算花五分钟让你回应了，哈，我并没有要下台。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开个协调会吧，就由您来召集，不管是农委会或经济部、工研院或中创，我们来好好的规划高等科技园区吧。我相信未来的智慧城市，我们总要有个实践基地嘛。我相信中兴新村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好，谢谢委员。这个部分我们也知道了解那个情况。那因为刚委员提到我们来自农村，我想如何让农村价值提升，这个部分委员讲的对，我们在找相关的部会 H 到当地，我们也去协调看看，看能不能找出比较有值得投入，让我们来投入一些相关的能力跟引导一些团队过来，这个应该我们可以努力。对，那所以您就回答我可以做，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咨询吗？是 是, 是, 是。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你，就是以你过去的那个，你觉得到底有哪一些是科技部的常才可以来支持的，请你具体的再讲一些吧。对，就其实刚刚委员提到几个，比如说像一心二业采茶，因为带学生我们去协助，所以那个部分如果真的要自动化，有相当多的技术，那这个就会让研究人员有那个兴趣嘛，那我们可以依照说，哎，因为有需求又有这个研究者的兴趣来做，科技部做一个整合，那我们把农委会相关的这些也带进来，这个部分我们是科技部应该可以扮演这样科技整合跟协调，这个我这几个方向我都觉得。另外就是说，在现在也有很多新农业，像我们 那几个地区，因为我们都是引领嘛，引领很多小农现在也利用科技做这样的整合，那这些经验我想可以在这里看看能不能让这个园区扮演一些角色，我们就来试看看吧。好啊，那我们就定个时间吧，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或一个月，我们就来召集吧。您可以请问一下你们局长他们的时间轴什么时候比较妥当？我们是不是可以抓差不多三个月内来做这个事情，能够把这个园区给布建好？因为跟委员说明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推亚洲矽谷，我有一段时间也要到美国去看一下那个中心，所以给三个月，也许我们就以三个月来努力把这样的一个步骤，那尽快啦，我们如果可以提前，我们就尽早完成。事实上我觉得三个月内我也非常接受，但是我在想可能前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你们高等科技园区或中科局来做一些联系啦，齁。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去年其实你们有个经费3900多万要在这个高中兴新村做，对，农委会计划，对，可是反而是农委会停顿了，对，所以显然是需要做，而且也显然是需要跨部会来努力的。谢谢。好，刚才本来是说高路完讲完休息一下哈，那现在高路跟徐永明换，啊，那徐永明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那我们陈新委员都要踏着卡都要好了哈，好，我们现在请，啊，等一下陈新委员讲完休息五分钟，然后再换李立芬委员，好，好，陈学生委员，谢谢志杰主席哦，谢谢啊，部长还有各位伙伴大家好，部长请。请部长。哎，委员好。部长好，这个扶正的感觉如何？我刚刚其实在委员会也说明说我是很伤心的离开教育部了，那现在到科技部当然是觉得责任也是相当的吃重。对啊，所以要
知道怎么辐射，那也要知道前人怎么离开，要有前车之鉴。前任部长怎么离开的？这个请委员指正。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之前我还给杨部长很大的肯定，我说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无用之大用的学物理的科技部长，开始让科技部有一些想象空间，补助案不再只以看得见立即应用作为他的补助方向，可以多一点想象空间。结果没想到我这句话反而害了他，因为是不是内阁觉得他无用，没有看到他后面的大用，所以他就被换了。因为他被换我真的很压抑，很多人都很压抑，因为他不在点名之内，要点名要换的应该姓冯啦、姓贺啦，什么怎么会轮到姓杨的？所以部长，那前人之鉴你怎么样要去借取呢？他为什么会被换掉？我想我不清楚这个情况啦。不过就是说，对科技业来讲，其实科技的进展是一日精进嘛，所以基础研究如果适当去做探险，刚刚我们在说明也提，这个也是相当的重要。好，我就考部长一个问题，我就很担心说，杨部长是因为短期间之内看不到成果被换掉，先换了一个技转王，因为你手上技转东西太多，所以会不会到最后变成大家一窝蜂都看短暂立即，甚至有时候短视的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所以我就考你两个学校，你认为这两个学校它在你眼中有没有地位？一个叫做政大，一个叫台师大，这两个学校有没有用？是，当然我刚刚在书面报告其实也提到，我们就直接回答，就是人文跟社会科学其实对整个社会是非常重要。分量在你心目当中，请解释政大在技转王心目当中他可以技转的东西在哪里，不然你怎么补助他？请告诉我。对科技部来讲，我们并不是以说能不能技转作为专题研究，专题研究通常都是。我刚才跟你讲说杨部长怎么被换掉，是因为无用之大用，是我对他肯定。可是那个只看他的无用，我看他的大用，所以我怕说您上来以后天天都在强调技转，那我就请教你，政大跟台师大他有什么可以技转？如果他不能够技转，他评分绝对不高，他能够申请到的补助案绝对非常少，这学校排名就一直往下掉。可这学校存不存在，有没有价值？我想请教部长。是科技部的角色，刚才提到，它是依照国家的需要来做整个科技的推动。那国家需要，其实人文跟社会科学，包括刚刚讲到台师大，其实整个国家应该有国家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你在人文上面如何应用人文的能量来协助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个其实是相当重要。这个并不是说它就没有用。部长，我跟你讲哦，大家对你很肯定，但是觉得杨部长被换的，也觉得很讶异，为什么？他们就告诉我说，那个苹果电脑是谁让苹果电脑能够成功的？是贾博士吧？对不对？对。贾博士是开发电脑的人吗？不是。再请教你，最近被我们赶出去的 Uber， 让 Uber 能够变成全世界都能够畅通无阻的轿车的工具，那个系统，是那个系统业者比较重要，还是创造那商业模式的人比较重要？结果现在我很担心科技部，因为我们的内阁脑筋僵化，就只看到短视的时候，我就担心部长，尤其你又是技转王，所以部长你一定要打破这迷思。你说我希望做贾博士，可以吗？不要只看到技转，因为大家都强调你的技转，所以部长这样会让整个科技界又倒回过去，只抢短暂可以看的东西。就像以前你在做副校长的时候，你知道你对教育部有很多不满的地方，教育部都给你一次性短暂性的一个补助，叫你在一年之内要有结果出来，要有永久的效果，怎么可能嘛？所以我希望部长，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扶正，我很高兴了，你总算可以出一口气，老是做一个委屈的次长不好，大部长要大作为，但是部长大作为过程当中，请技转王也要赋予一个人文的思考，这是我对部长万分的期许，但我对你有高度的认同，可以吗？可以，是，我们会全面性来思考。因为到今天为止，每一个人问你的质询，你都是面带笑容的，表示你真的是春风满面，真的信心十足。所以部长，好不好？我们今天就从科技跟人文开始，好不好？那我给你出的第一个题目是我刚刚在开的一个协调会，本来不在我质询范围之内，但是部长正好考验你，这个技转王在应用科技上面怎么做？我们最近为了大潭电厂增加机组，跳过环评来一个大转弯，大家觉得非常的生气，尤其他又要燃煤，所以大家觉得会增加更多的空气污染。我刚开了这个协调会，很简单，工业局辅导环保署认同，他专门烧棕榈壳，从印尼进棕榈壳进来，然后在我们南部某一个高雄的工业区，除了自己
生产蒸汽之外，还供应整个工业区的蒸汽。从101年福岛到现在为止，都是我们认可最优良的厂商。我告诉你，我本来不太知道，我现在在学习。这大颗的叫棕榈果，这个小颗的是里面取出来叫做棕榈仁。这个是剥掉以后的棕榈壳，这个棕榈壳烧出来不含硫，烧的热能非常好，没有任何的污染。过去印尼、东南亚满街都是，没有人要。后来现在变成大家认为是一个绿金，这个绿金从101年到今年1月为止，都被认可是一个不需要税的一个废弃物，绿金重新回收再利用，而且实验了5年都非常好，还被环保署工业局列为最优良厂商。结果突然海关在今年2月不知道大发慈悲心，把他们认为他们要磕20%的税，你知道吗？磕20%的税，这个产业瞬间瓦解。而且我跟你讲哦，不是这一个绿能的公司瓦解，绿能公司就解散就没事了，是他供应的很多厂商，包括很多上市上柜公司，你去查查看，现在在烧这个棕榈壳的公司是上市上柜的，瞬间成本燃烧成本增加20%，他天天都要烧，每天都要烧，24小时都要烧。现在你给他增加20%的成本，部长，你们的新南向政策瓦解了，因为你不可能从印尼再进来。第二个，你的绿能政策没有了，因为增加了20%的税则，别人抢着要，结果我们今天就一夕之间摧毁了环保署工业局辅导的最优良的厂商，这种绿能厂商，我已经看到了，你们还在讲你们能源政策，能源政策还没看到具体成果，这个产业瞬间被你摧毁。部长，我跟他们讲说好，因为海关讲说这没办法，因为他们只能依法行事。但是我考验部长，如果今天在你的科技部报告里面，真的能源政策是你的5+2里面非常重要的产业，请用这个产业来证明。环保署、工业局都认可，国贸局也说没问题，只有海关认为你要加20%。哇，完了！我还在跟你讲，日本也是烧这个，日本的电厂也烧这个，人家是免费的。我们加一个20%，还要再进口煤炭。部长，考验一下吧，你要怎么做？好吧，部长。是，我想谢谢，因为对这个相关的东西我不是很清楚，我想我会请同仁去了解一下，然后也跟经济部去接洽看这个厂商的情况。那如果能够从科技的角度做协助，我们一定尽量协助，好不好？部长，我这一点一定要特别跟部长拜托的原因是说，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已经在线上在走的，而且影响到上市上柜公司，而且它是没有污染，不含硫，热的能量烧了也非常好，但是部长要摧毁它是非常快，所以我考验部长，给你2个月时间，希望你拿出一个具体成果出来，不能他们就退出市场，这20%加了以后，这产业就瓦解了。这点我请部长，我就做一个考试，好，我们来了解，好不好？对，我们了解一下。那接着我再请教部长一个事情，你上任之后，你说你要送每年要送100到200个40岁以下博士送到美国矽谷去训练半年，让他有实习机会，对不对？对。可是我现在看你的报告里面没有这个计划嘞。我们在口头报告有，我们其实送人出去本来就是，科技部就一向一直在做。那现在我们是要把这个资源做部分的集中。那其实这个我们送国外的出国的那个计划其实相当多了，博士后的出国的补助本来就有。部长，因为您之前来自教育部，之前更来自于学校，我替很多高教学校跟您反映了，他说如果真是好人才。现在跨国猎人不需要我们送人到他那边去，他直接就把你人抓走了。如果真需要送到他那边，人不好，你付他钱实习，那个大公司不在乎这个实习费，他要的是那个人才。如果在侥幸当中有好人才送去了，也留在那里了，这么一个政策，我们花那么多钱，最后获利是谁？部长我不知道。可是如果你把这一笔钱，你把国外好的名师聘到台湾来，送到很多学校去，让很多人听到好的大师演讲，会不会比这个更落实？部长，这是
高教产业跟我讲的，部长你也听过这声音，对我听到，对我有听到他文章，其实我也在很多场合讲说，这个是当他已经变成人才马后诸葛了。其实很多人也有自己当时的经验，我如果没有在美国受训那一年的经验，后面这些想法其实都不会出现。所以如果在一个真正厉害的人才，有时候就是在一个比较艰困的环境，才有办法激发他的潜能。另外就是当在现场结合那个人脉，其实非常重要的。我想光这几个部分没有办法在台湾这个地方去养成这样能够带领台湾去打未来艰苦战役的人才了。好了，部长，我只要求，如果他要去，我们公费给他去，一定要签。哦，当然，当然是。回台服务契约，好不好？是是，没有错。哦、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好，现在我们休息五分钟。
你分担一下啦哈，他都啊，伊拢无时间，变数拢搁去用媒体甲问问题。等部长回来啦，啊。辛苦哦，当部长真的比较辛苦哈，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啊。好，那我们现在请李立芬委员继续咨询啊。主席好，麻烦请陈部长。请陈部长。哎，委员好。部长好，辛苦了哈。是。所以呢，首先先请部长来看两张图哈。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下两张哈，就最近有一个新闻哈，就有把我们的政治人物，还有那个立法委员，然后有做那个网络的声量的排名以及好感度的排名哈。那诚如刚刚部长您看到这两张图哈，我好像都在第一位，所以我现在来问部长哈，一个可能你上任以来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相信我是政治人物以及立法委员在网友的心目当中排名第一名吗？好感度第一名吗？你相信吗？我个人相信啊。哦，谢谢部长的肯定哈。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当然很高兴哈，就是有这样一个新闻出来哈，可是其实我自己不太相信哎，好，因为这是真的吗？哈，因为哈，其实我看到我的排名在这么前面，可是很多的委员他们很努力，然后他们的声量很高，所以我就开始去注意到这种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哈，因为我看到的就是说，在网络的声量这个部分，其实我是在中后半端的，我是76名。好，那可是在好感度是在第一名。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哎，这到底是怎么计算的？那我就想说，我要了解它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可是哈，要了解进去的话，要付他们就有一些他们的营业秘密嘛，哈，你要付费哈，要付3000块进去看。那我就想说啊，那就算了，没有再继续看哈。那我这边会提到说，这是真的吗？有没有什么疑问呢？是因为部长，你知道我叫李立芬哈，那在网络上叫李立芬的人很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网络上面我们看到有很有名的李立芬，有歌手李立芬，这个部长这个年龄应该知道嘛哈，是应该知道一个歌手叫李立芬哈，对，那还有我，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是医生，所以我就在想说，哎，这个分析上面怎么去分类，有没有一些误判的可能等等的哈，那请部长再看下一张哈，其实你也有被排名哎，你的好感度是在第33名，嘿，那部长你觉得你对这个排名你满意吗？有什么感想？我们还需要努力。好，所以呢，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科技部其实有一部分的一个经费，其实是有去做大数据分析的专案计划的，对不对？对。好，那其实这个我们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们大数据分析其实它的方法、它的取样，都其实都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哈。那如果说有一些偏差的话，可是因为我们这些数据分析都是要来做一些政策的方向哈，所以我在这边要提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部分应该都要有一个严谨的技术的研发和分析的模式哈。那这边看到科技部，就是我们在103、104年就开始有一个政府巨量资料技术工具研发计划，对不对？对。那第一年是试办。那我不知道说目前有第一年试办的成果了吗？
目前这几个计划，因为其实这个计划也才刚开始啊，它大概几个面向，一个是因为政府讲到政府巨量资料，就是会有一些跨部会相关，所以科技部其实扮演只是把跨部会几个相关部会，我们大概有相关有13个跨部会的案子，那科技部自己也在这个巨量资料分析里面发现说，应该可以对巨量分析的工具做一些研究，所以我们自己在工程师也有14件研究计划，但是这个都刚开始而已，都刚开始嘛，好，那预计是这是几年？2年吗？2年会有成果吗？还是不是？大概是预计多久的一个计划？计划是3年的计划。3年的计划，好。对。好，那我是很期待我们这个的一个成果，因为我看到你们这个计划，其实你们在向下的议题有一些应用的一些议题，包括是不是健康照护？自然环境保护，还有灾害预警，以及财政收支控管，以及毒品的那个管制，对，毒药品防治，有跟卫福部、财政部、环保署做这种跨部会的一个合作嘛，哈。那其实我要讲说，其实我们大数据分析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个用途哈。因为我之前就看到那个有一个报道，就提到说，其实在美国，他们有近200所的学校，他们就是针对学生他们求学，然后去做他们的一个数据上一个分析。那如果发现说学生有遇到困难的科目的话，那学校就开始在加强他们的辅导，所以其实像这种大数据的分析，其实它也可以运用在学校。那其实我相信部长你是从教育部过来的，你应该知道教育部的相关的业务，那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需求，其实我们科技部跟教育部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学生在大专院校或是高中职学生整个适性的一个学习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大数据的分析，然后来协助我们的学生，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对，应该是可以，因为科技部这边本来也有一个科教的相关的研究，是那教育就跟利用这些科技来做协助，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来看看说哪一个部分需要加强，那必要跟教育部的统计中心那边整合，我们会一起来努力。好，那我也仔细看了这几个研究议题哈，就发现说，为什么在毒品管制这个部分是由卫福部来做？那为什么内政部没有进来哈？那我想说，当时可能你们有一些考量啦哈。可是我这边就想要再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关心青少年儿少的议题，还有那个妇女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相信在治安这一块，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大数据可以来收集，可以来分析，让我们知道说有可能是哪个时间，可能是性侵害比较容易发生的时间，还是哪个地点哈，是性侵害的可能发生的热点，还是我们青少年毒品的使用，或是说他犯罪的等等的一个地点、样态、时间等等，我们如果透过这些大数据分析，我相信也是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妇女的人身安全跟儿少的这种犯罪的预防，其实都可以提出一些很好的一个建议哈。所以其实部长，我在这边就是要提出我这边一个具体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部分的应用，好，因为我们这是3年的计划，对不对？3年的计划中间有没有办法再加入新的项目进来？经济部这边，我想我回去研究一下，目前几个部会在做的，它有一些是还到今年的8月结案，那有一些我们会积极增建到108年，对，所以中间应该有一些好的题材部会，我们需要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做，所以就想说在学校端以及在整个儿少还有那个妇女的人身安全这个部分，就希望我们能够纳入这样一个大数据的一个专案里面哈。好，那谢谢部长。那接下来要请部长来看3张图哈。我们可以看到这3张图，其实由左至右的话，其实是3部电影哈，就是《机械公敌》、《魔鬼终结者》还有《瓦力》哈。那其实这3部电影，不知道部长有没有看过？是，我都有看过。都有看过。其实他就是在讲整个人工智慧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发展哈，有可能到最后是机器人，可能是
凌驾到我们人类之上了哈。那其实我这边也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个数据啊，包括说我们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当中就有提出来说，因为 AI 人工智慧机器人跟生的相关的一个发展，造成的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它会来取代了很多人力可以做的一个工作哈。那它的统计就是说，这样子会全球会在已开发国家当中会失去710万个工作机会。好，但是因为科技还有专业服务还有媒体等等这个部分会创造21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可是两相抵消的结果还是少了500万个工作机会会因此来消失哈，就是说有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其中遭受到最大的冲击其实是行政工作跟白领阶级哈，这会是一个最重要一个冲击。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银行也在研究，他们也看到说，其实这个的整个机器学习、语音跟脸部辨识技术等等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之后，其实它也会很多的工作会消失的哈，有90%以上基地被取代的工作哈，包括是导游、面包师傅、屠夫、药剂师、保险销售员、零售服务人员等等的哈。但是如果需要同理心、直觉、社会互动的工作，反而就不易取代，例如说医师、心理师、社工等等的就不容易取代哈。那我这边要提到的这部分就是说，当我们在发展这种 AI 人工智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做它可能带给我们社会的一个相关的影响评估哈？因为前阵子我们看到那个比尔盖茨甚至提到说，机器人应该怎样？要缴税，对，好，因为它取代了人的工作，要缴税。那我这边的所有的论述衍生过来，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们科技部其实有所谓的跨领域的整合型研究计划。那其实就是陈学圣委员刚刚也是在提醒的说，我们的很多的计划的补助都会在理工科技这个部分，我们对社会科学这个部分是不是少了一些关心关爱的一个眼光？那其实我相信这种跨领域的这样一个研究，例如说我们在讲 AI 人工智慧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社会影响评估，我们在做社会影响评估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把像在劳力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跟劳动系这边的专家应该就要进来去研究。那如果说对于这种税收的减少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我们商学院的教授也都会很有兴趣可以来做这样一个研究。所以我在这边要跟部长讲的一个期待，就是说当我们在推这个跨领域整合型的研究计划的部分，我们能不能将它的视野、将它的范围更加的扩大，然后更全面的，我们能够跨更多不同的领域跟专业一起来做这样的整合性的一个计划。是，这个我完全同意，我们也会努力把这方跨领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部分，一定要把它纳进来。对，好，那谢谢部长，谢谢。高路委员。主席，谢谢哦。那有请部长。请部长。您好。好，部长您好。去年这样子一整年的合作跟互动，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互动是不错的啦。是，谢谢委员指导。那这次您担任的是科技部的部长，我想这对你来说应该也是算是，应该是可以去升任的。好。最近发生的一个状况哦，其实我在这边刚好是可以搭到你在这边所提到的，你的科技部业务报告，其实在我看起来真的跟其他一般的报告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原因是你写的都非常具体哦，不会有一些抽象的这些词语哦。那这里头有提到一个就是多元族群的发展哦。有关于就是原住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研究型的这个整合计划哦，其实可以强化很多原住民相关的研究部分哦。那本席清楚科技部长长期以来支持，也在去年的整个科技部也在去年的时候做出了这些的研究。那我希望部长
您能够继续支持。是，我们一定继续。本席今天所要谈的就是说近期公告的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划设办法已经引起很多的讨论哦。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划设办法引起讨论的原因就是因为主管机关他的解释传统领域不清楚，扭曲了解释，也造成了我们原住民族没办法跟大众、跟主流社会说清楚所谓的传统领域是什么。但其实传统领域的本质来自于主权，但是呢，它是以治权的方式逐步的去落实，包括共管、包括咨询、同意以及共享，那最后才是自治。好，我想部长您也同意，那它实质的内涵就是在处理台湾不同治权机关空间叠合的问题。好，这个是跟我们既有的从日本时代传承这个地级标界要非常清楚的空间叠合是不同的概念，但无论如何，这都跟原民会所说的跟所有权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却被他误导，也让这个整个主流社会误会说这会影响私人的所有权，造成说我们原汉的对立。所以类似的经验其实也发生在过去的狩猎的问题上。那科技部过去其实也做得很好，因为从去年去推动整个狩猎的科学验证的这样的研究，让我们台湾的人民知道就是狩猎其实跟保育可以在很好的平台上讨论，化解了我们这个保育团体跟我们原住民族之间不必要的误会。所以能否也请部长也来筹办原住民族权利与台湾空间及土地法治的衔接研究，让土地史学、法学以及相关的这样的领域可以开始对话，去化解各种不必要的误会，可以吗？是，可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请人文师把这个部分当成这个专案给我们相关的教授来做研究。我希望这样的脚步能够尽快。好，因为现在整个氛围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凝重，也造成了就是很多不必要的对立、跟误会、跟撕裂。我想小英总统去年跟原住民族 道歉不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好，再来我们来谈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学术伦理的问题。从去年十一月被踢爆的台大生化研究论文造假的事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调查，那在前阵子也召开了教评会议，那认定的就是八个人违反学术伦理，并决定解聘。好，解聘涉案严重的郭明良跟张正奇两位教授。但引起各界关注的是，这个名列多篇论文共同作者的台大校长杨盼慈并没有接受到惩处，理由是特别委员会以美国健康研究学术伦理争议等海外例子对比指出，研究人员造假有些需要这个科技工具精确比对才能找出，这作为共同作者他是没有办法察觉，因此认定杨盼慈校长并未违反学术伦理。那这样的结果被外界解读是弃车保帅。那对于最后处置的结果，本席当然是尊重学术上的专业的伦理判断，但是过程跟标准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尤其是科技部业务报告中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强调强化学术伦理机制，也将进行跨部会的合作。因此今天有关于学术伦理机制我想在三月一号的时候，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与学者在开了这个记者会他提出的论点是，你要如何去确保调查程序的客观跟中立。好，这里有提到就是台大校内的调查程序是由校长任命副校长组成调查小组，那他们之间有从属关系，但再加上校长接受调查的期间并未停职，仍然是继续指挥处理校务，那你如何去确保这个整个调查程序的独立性？他有没有去做利益的回避？
我想那个部分因为跟台大怎么调查跟科技部是没有关系的，科技部原本就有我们的机制，所以我们其实会从整个专业样态来做科技的判断，那总要知道说事实它的违反的情况再做处置，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跟教育部 同时两部会专业的部分做对比，希望把这十几篇论文，那刚刚委员提到，我觉得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你看到了这个是论文已经发表在那个地方，全世界都看到这个证据，我想这没有什么回避不回避，就是说只是科学证据的事实的判定而已，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还是会依照说国际惯例对这个你刚刚说的你都摊给大家看，但是呢我们在任何一个就是在判断的基准，即便在商业即便在其他的领域都会有这个利益回避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没有错，当然是对，是，所以呢这就是他们第一个质疑嘛，那你科技部既然也已经规划了学术的伦理办公室，内容就是要去拟定学术伦理的这个政策啊相关的这样的事务，那请问一下部长，他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你要如何确保独立性跟专业性，会不会导入外部的监督机制，就是说让这个审议的相关资讯公开，或是导入外部的机制，这些东西都是人家在质疑的。我会这样问，是因为你在这个科技部的业务报告只提到情节轻重决议后公开相关资讯，可是公开资讯如果并非必要，充满不确定性。可见是没有，意思就是说公开资讯它并不是必要，也是充满不确定性。那请问一下部长，你在这里说的是要看情节轻重决议后公开，你的考量又是什么？我们在参酌国际上对这种违反所谓 research integrity 的处理上面，其实它真的是样态非常多啦，所以我们在那是情节轻重，他的理由是什么？轻跟重又是什么？不同的违反，比如说像你捏造证据，这个就是很严重的违反嘛。但你如果不小心引用，这个在违反样态，它也是一种违反的样态。那这种不小心引用，或者说你引用没有去注明出处，类似这种，它的轻重一定是不同啦。那我想我们就参照国际惯例，对这种研究人员的处置的方式来做考量。那当然，我们也其实也有那个压力，说要不要画一个线，说什么样态就是怎么处理。那这个我们才会成立办公室，就是说希望我们国外的处理的形态，这种 database 建起来，到时候我们比较多的这个案例可以做参照的时候。那定那个才能够达成说科研人员的智力啦，因为我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科技研究本身真的是非常孤独，也要让他们能够去尝试失败，所以如果你过度的这种限制他失败的这种程度的时候，那其实也是不利于科学研究，所以这中间的线我们必须跟国际这种研究上面的惯例能够衔接。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你相信科技部，那科技部在做审定的时候原本就是会找很多的专业的专家，那科技部也有一般正常这种所谓回避的机制，这个部分我想委员放心，我们都会严厉来遵守这相关的一些回避的机制。那不是只是要设立一个办公室就好了，我希望说你们有成果出来哦。对，再来就是说，那民间团体也认为说，即便说杨校长在学术伦理上站得住脚，但不代表不用负责。好，从责任伦理、学术伦理的外部性来看，这样的结果都是过于消极。那而且呢，台大校长是整个学术的龙头，他应该更要有一个高道德的标准来要求自我。所以请问一下部长，科技部要强化学术伦理机制，那在课责的部分会怎么做设计？对，我们现在的设计就是说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那当事人部分刚刚委员也提到，我们未来会试某些样态能够尽量把这个资讯公开，做达到贺主的功能。那另外就是对当事人奖项包括一些奖励的头衔会做取消的这个动作，这个是。那对单位将来就是单位的课责，这个会要求单位能够尽到，那国际惯例现在已经对这种违反的单位会把它禁位，个人行为的主观意图违反这个学术伦理的这太阳行为人的职务去做设计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课责标准，对样态会，所以才会在调查过程，通常国际惯例也会把当事人找来做面谈，或者为当事人去陈述，去了解他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好 ，OK， 那最后是事后救济的管道，因为这个被解聘的这个张正奇教授，他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答辩的机会，然后一直到他解聘。那你们又说，有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可以寻申诉的管道进行校内的三级三审的程序，那他怎么还是要申诉的管道，还是要停留在校内呢？可以改变这样的结果吗？对，其实我不太知道，照行政程序应该有两个，一个是申诉，一个是诉验嘛，哈，这两个我想法令上都可以做。那科技部现在我不知道台大怎么进行，那科技部我们会依照科技部的管道，就是他如果对部里的处置有，他还是一样有申诉跟诉验这两个。好，谢谢。谢谢。郑天才，郑天才，郑天才委员不在。严宽恒，严宽恒，严宽恒委员不在。林德福，林德福，林德福委员不在。蒋万安，蒋万安，蒋万安委员不在。赖世宝，赖世宝，赖世宝委员不在。黄兆顺，黄兆顺，黄兆顺委员不在。李坤泽，李坤泽，李坤泽委员不在。卢秀燕，卢秀燕，卢秀燕委员不在。吴志扬，吴志扬，吴志扬委员不在。肖美琴，肖美琴，肖美琴委员不在。高金素梅，高金素梅，高金素梅委员不在。林俊宪，林俊宪，林俊宪委员不在。孔文吉，孔文吉，孔文吉委员不在。江启臣，江启臣，江启臣委员不在。廖国栋，廖国栋，廖国栋委员不在。黄伟哲，黄伟哲，黄伟哲不在。张立山，张立山，张立山委员不在。黄国书，黄国书，黄国书委员不在。赖瑞龙，赖瑞龙，赖瑞龙委员不在。刘世芳，刘世芳，刘世芳委员不在。现在我们请总孔召委员。好，主席，有请部长。请部长。哎，钟委员好。好，部长好，还有在座的各位科技部的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部长，其实大家也熟悉，也认识。这之前在高雄市政府服务的时候，市政府也特别邀请部长到我们市政会议的时候做了一些的演讲，对，一起去学习。在里面也特别提到您的创新的人生，第一集的文林曾开英到后面的一个点子王。报告部长，我听完你的演讲之后，我当时买了你的400本的创新的人生。哇，谢谢。因为我觉得说台湾现在的整个的经济的社会大概就是要朝创新，尤其你特别提到不安于现状大家都能够不断的超越自己，才能够开创更好的人生。不过我结了婚，我要安于现状。我开开玩笑，我想在这边报告书里面部长也特别提到未来就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时代，那这个学习新创的一个时代来，对，也特别提到要计划性的要送我们一些的博士生到矽谷让矽谷跟台湾亚洲能够结合起来，那有一些的想法想就教于部长部长在照片中这一位你认识吗？这看不出来。好，他也是当时他非常努力认真他也学习了创造了利用他的博士的论文研究了一些的成果，所以他特别在矽谷里面开创了新创，大概由于发明的太过于前线造成他后续没有办法他的成功的创业最后只好乖乖的回到矽谷上班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对于新创的一个尝试，科技部跟我们经济部的相关的一个横向联系，让通路可以打开，甚至在国际上扬名。那这一部分部长有什么建议？我想第一个就是说矽谷有一个蛮重要的精神，除了说它草根性的创业文化之外，一个就是能够拥抱失败的这种氛围了哈。因为对一个特别对年轻的人来讲，就是过程里面你尽早失败，你可以比较了解说哪些因素其实可以让你成功。所以在矽谷通常真正创业成功的人他都是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但问题就在台湾，我们其实我们台湾对失败是非常的害怕，
那这个会阻碍我们对科技的这种投入跟创新性，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让更多的人了解说，其实失败并不可耻，失败其实是有时候是反而值得庆幸说，哎，你得到一些经验。那特别在矽谷对失败经验是非常的重视，他们宁愿看到说你有什么失败的经验，而不是看到说你只有成功经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有这样的经验啊。那当然科技部我们不希望说大家都失败，所以我们在环境面也希望协助让这些人在学习过程里面他失败的风险能够越低越好。也就是说我们不怕失败啊，在失败的过程中学习更多的经验，透过我们的失败的经验来对找出成功的方法。也就您特别也提过，在摩尔定律来的驱动之下，这个世界可能18个月啊就有一个飞快的一个前速的进步，也许现在的新的产品1年半过后就变成是落后。对，我想这是您对于我们台湾啊要继续进步的一个所背负的一个责任跟承担。是。那这边我也想跟部长再请教的，台积电现在正在规划3到5纳米的一个制程的运作，也就是打破了所谓的摩尔定律度的希望，看到了这个希望。那对于这个纳米晶片出现3到5纳米的出现，那胡志明院士其实他当时在台积电，他特别发明了那个 3D 的其实的一个电晶体，让台积电的制程在激烈的竞争的国际的上世界经验保有领先的地位。所以我们在新创的同时，部长，我们有没有忽略了这些的维持基本的科技国力的晶圆代工？有，我想就是说，对现有科技如果继续往前走，就现有产业如果往前走，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特别是我在接任的时候也提到说，第一项我们就是要打底基础研究，来作为我们这些产业往前推进的助力哦。特别是像以台积电来讲，它现在碰到摩尔定律，其实对很多产业，当它变成世界领先的时候，它就是已经碰到那个科技的 boundary 就极限，所以这时候需要一些基础研究来协助它。台积电现在3纳米。之后往下到底那个电晶体要变成什么样子，其实现在是未知啦。所以这个也是 胡志明院士他提出那个 FinFET 之后，那后续也是大家一起在努力。他胡志明胡院士他自己也特别提到，创新不是目标，解决问题才是。是，那解决问题其实就是创新。对，所以他对于台湾也蛮有深深的期许啊，因为之前我跟他在互动啊，双方在研讨的时候，他也提供了一些我新的观念跟新的看法跟新的见解。那他也说，张忠谋当时会特别提到，政府在朝创新新创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已经领先的科技的代工的这些的产业嘛。对，所以部长您虽然是点子王。那在这边，我过完两分钟啊，主席是不是先坐下来一下？我难得来科技部啊，因为我之前在卫环，那有相关的，尤其是物联网的部分哈。环保署在前天我在做一些的询问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未来要部件12000个感测器哈，这个一个小小。规模的一个做一个测试的一个连结，那么科技部跟环保署要怎么去加强相关的横向的联系？因为你在科技部来的报告书来的也特别提到，啊，有关于物联网的部分，科技部基于不断的创新的精神，希望能够结合防灾的领域嘛。那对于这一部分，部长您跟环保署。对，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计划，包括像大家瞩目的像 PM2.0 这空污相关的，我们有一些计划对这种社会马上需求会来协助。就是因为对于空污，大家觉得台湾的环境啊，空污污染非常的严重，那环保署接下来他会在各地方啊设了12000个感测器，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啊，对于空气的品质的一个管测，那相对的，这些的感测器未来卫福
卫福部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环保署跟我们的科技部相关的一些的横向联系，科技部应该提供更多的相关的协助跟帮忙，让这个计划能够更顺利的去完成。因为它这个12000个的一个布置，不是今年就完成，它是4年，那今年它顶多只能够装设180个。因为他说有很多有关于技术面的问题，可能要透过这个感测器啊，在当今年的实验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需要有改善的空间的部分，那需要科技部的协助跟帮忙。好，我在对，我们会跟这个团队会跟环保署在紧密的配合。对，啊，另外一个我们南部非常关心，也牵扯到新南向哈。啊，就是我们的热带疾病研究中心。对，我想科技部这边也有针对生技的医疗的一个研究，也提供了数据给民众来做下载。那对于这些热带疾病研究中心，未来如果在人才上的有计划、有规模的培养，让我们的生技人才接后的培育后，能够稳定安心。具有发展性的投入热带疾病的一个防治中心，那这样把我们的科技的软体的实力配合未来我们前进东南亚的时候，也可以创造在东南亚的市场，协助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其实是对我们未来的新南向政策是非常有帮助。好，部长，像这些不管是热带疾病研究或者热带疾病人才的培养跟发育发展，包括热带疾病研究中心啊，生疗产期的新南向的一个政策，可能就要麻烦部长多费点心力，大家共同来努力。好，是我们会请团队一起来努力。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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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给我多花了2分钟，谢谢，谢谢部长，谢谢。今天妇女节，因为总统赵委非常关心妇女的权利，多讲2分钟。简东明，简东明，简东明委员不在。吴坤玉，吴坤玉，吴坤玉委员不在。吕玉玲，吕玉玲，吕玉玲委员不在。姚文智，姚文智，姚文智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周成秀霞，周成秀霞委员不在。王惠美，王惠美，王惠美委员不在。徐玉仁，徐玉仁，徐玉仁委员不在。陈赖淑美，陈赖淑美，陈赖淑美委员不在。现在我们请徐正伟委员。等6分钟的，他就不用讲，已经宣布过了。主席好，麻烦我们部长。请部长。谢委员好。部长好，恭喜你啊，这个荣任我们科技部部长哈。这个我们这个有5大创新产业，好，5+2。是。那5+2有绿能，有国防产业聚落、矽谷、生技、智慧精密，还有这个循环经济、新农业。那请问？这个花东现在有哪一些是在花东的？有吗？目前这几项，大概目前看到这几项似乎我们参与比较多，当然是绿能生技、亚洲矽谷啦。那好像这几项都是在花东比较少，对。都在，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央政府对于花东好像没有什么照顾？好像什么现在的转型正义好像也没有转型正义到花东嘛，是不是？以你的立场，你来看这些计划，我们创新研发计划。对，我这个确实比较少，不过就是说那时候我们有在个人我也在东华我们推了一些创新创业的部分啊，所以那跟亚洲矽谷有一部分会连结， 我想我们会尽量也用那个计划来带动部分。那其他部分刚刚委员提的，对，我们再来看看说哪些部分可以把花东的特色能够带入进来。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前瞻啊，基础建设8年的规划里面，这个基础建设的部分也有5个，那我们有哪一部分是对于花东有所注意的呢？前瞻基础建设的部分目前好像还没有定案，不过科技部有参与比较多的是绿能建设跟数位经济的部分啊。好，
所以如果呢在绿能和数位建设的部分有牵涉到我们花东东部的话，请多加支持 好吗？好，因为从五大创新五加二里面，对于花东，以我们刚才部长讲的，对于花东的转型正义也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就要请我们科技部多多支持花莲好吗？好，是，好，谢谢。来，我们来看看花东偏乡哈，这个科技网络的数位落差，这个是教育部哈，这个教育部也是消基会的调查，分为一到五级。那花莲我们的东部是现在是第四级，外岛就是第五级，所以这个对于整个数位发展来说，我们现在行政院呢也非常强调那个智慧哈，这个智慧化，还有这个数位化，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科技部能给予支持。另外呢，在国发会或者是我们曾经这个花莲有提一个智慧科技图书馆，好，那国发会给的这个说法是，对不起哦，这个图书馆啊，你们这个民权路的图书馆借阅率只有31%，所以你们先提升我们的这个阅读风气再说。那教育部说，这个我们已经透过这个环境升级阅读改善计划，已经帮助您了。可是呢，智慧科技图书馆其实它的范畴非常非常的大，而不只是纸本。所以在这里，数位我们的智慧科技图书馆也因应了我们现在要成为这个智慧城市的部分，所以是不是请我们的这个科技部啊能给予支持，可以吗？是，我想我们因为科技部我们还是尽量协助那个相关的大学的能量去协助区域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看说东部这个花东这个地区，特别花莲，因为有东华大学在，我想那能量我们比较能够协助，所以我们会也研究来看如何。我们不能老是东华大学，好，产官学三方是必须要去配合的。所以在这里是不是整合地方政府和各乡镇公所，我们如何让偏乡地区有数位智慧的城市，让它不断的落实，否则我们所有的学习全部城乡的差异太大了。所以之前我们的这个部长您也在教育部，您也了解花东两县我们的孩子的学习落后多少，所以在这里我们政府花了这么多的钱，您看您的 Digi 的 Digi 加 Digi Plus 的方案9年1700亿，我们前瞻基础建设还有8000亿，有关于数位建设的部分就400亿，这么多的钱是不是在转型正义的时候也给花莲台东我们区域正义的时候，是不是给多加的关注呢？是不是？是，所以我们现在来说，现在我们要纳入这个我们智慧城市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支持健全花东偏乡地区我们的数位基础的建设？第一项，第二个，建制我们花东数位智慧的学习；第三个，发展花东数位远距医疗照顾，这个部分的计划都已经出来了。而且这个部分是在我们第一个响应我们长照2.0的部分，有关于远距医疗的部分，好，这个部分请我们的部里要多加的协助，以及花莲智慧科技图书馆，好，因为我们现在另外我们看看这个我们部长啊，您也相当用心哦，所以其实花莲的智慧科技图书馆是结合的创和 maker 的，所以在您的28页里面，文化创意产业科技创新的部分，其实是可以来把它结合起来的，而且可以好来挹注我们这个科技部的经费的，可以吗？在我们基础建设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国家数位经济发展的部分都可以啊，因为对基础建设部分，因为是主要的规划是国发会，我想科技部会把委员这边的想法，然后我们结合跟国发会一起来研商，说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项目适合在花东发展的部分，我们就尽量来争取。还有关于其实有一个您可能漏讲，我们五加二部分，因为花莲是一个农业大县，所以我们农业如何科技化，如何提升，除了产以外，我们如何加
工，如何升级，如何让它农业升级，让它提高。所以在这里，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科技部所有比较先驱的这个技术或方向给予我们花东的农民以及花东的产业，给它提升。然后无论是我们水利设施的这个监测的部分，透过数位的部分把它做监测，让它的水资源不要浪费，以及我们加入新的栽培方式和行销通路的部分，这个部分可以给予协助吗？我们就依照委员提的，我们找相关团队来研拟，看如何结合一些资源。好，谢谢。还有以及我们的这个67页的部分呢，有关于我们防灾型的这个科技中心的支援，各地方政府的部分呢，我们可能科技部这里要结合我们交通部，还有我们的这个各部会哦，有关于我们大数据的部分啊，这应该在70页，68页第三项，智慧化防灾辅助资讯服务的部分。有关于国土安全的部分，因为以目前花莲的交通来说，其实我们苏花改的落实非常的多，所以如何透过我们的智慧科技以及我们无人机的部分，让它整个资料库能建制完成，还有国土安全的部分，有关于我们土石的部分，土石流还有这个山坡地的部分，走位的部分，其实这都必须要透过我们数位以及智慧的部分，我们长期来监控，让它成为整个大数据，未来在做所有的这个新建设工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做这个考量以及依据，好，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会请对灾防中心跟花莲县这边也一起来合作，跟交通部还有花莲县，好吗？好，好，谢谢您，谢谢部长，嗯，谢谢。好，现在我们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结束啊，那我们赖瑞龙委员，好，我们时间5分钟哈。好，主席各委员好，请陈部长哈。部长好，我想这个科技部其实非常重要了哈，其实整个在台湾的相关的产业各方面发展哈，那其实台湾几个大都会了，包括台北，包括到桃园，到台中，到高雄哈，到台南，到高雄了哈，其实都看得到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产业的那个哈。那我想要问一下部长的是哈，高雄的部分在科技部这边着力点的是在哪些地方？科技部能够支持高雄来整个产业发展，我知道高雄现在的就业机会其实在转型当中，所以很多的需要很好的一些就业机会啊。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少了很大的一个政府的力道。我不知道科技部的角色上面对高雄能够有什么样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支持。对，因为如果说以科技部的职责，当然一个是补助这些相关的研究团队，还有一个就是科技园区啦。所以在高雄陆竹那个科技园区，当然也很努力。陆竹比较偏北高雄一点，对，比较偏北高雄一点。南边是南高雄的部分，以比较市中心的部分。的话，其实我目前看科技部其实在这一块是没有什么着力的哈。哦，不过我们会协助。我想我们刚提就是说，科技部因为我们只能协助学校这些相关的团队去进行科学的研究，所以如果说高雄那边有特别一些相关的题材，部长，我跟你说明一下哈，像竹科的部分哈，这个一年有1兆多的产值了哈。那南科7000多哈，中科有4000多，将近5000。好，那高雄比较北边那陆竹那是并入到南科的思考哈。那高软其实比较市区的只有143亿了哈，那发展上面其实相当吃力。我认为现在高软是由经济部的加工出口管理处哈在负责了哈，但我认为它高软不应该只是一个经济部的出口管理处的一个职责而已。我认为在经济部不管是工业局哈，或者是甚至于科技部，我认为都有职责要辅助让高雄这么一个台湾的第二大城了哈，这么重要城市里面的这个一些新的产业的发展很重要性。那我们看到现在政府的新政府上来的几个重大的，不管是在绿能，是在台南，在这个生技的部分，在新竹哈，在包括亚洲矽谷，在以桃园为重心呐，我看不到在高雄上面的思考，但高雄却是一个很重要，包括台北都还有南港科学园区哈，包括还有这个内湖哈，所以其他发展的也都非常的蓬勃发展哈，包括内湖的部分的发展都南港的部分哈，它的产值的部分整个都还是高雄的15倍了哈，几乎是2500亿的一个产值，我不知道
部长，你的想象里面，你的想法里面，对高雄这个，还是说高雄的这一块的部分是？是跟委员说明，其实高雄我去过好几趟，因为我以前在台南，所以对高雄也有这种南部人的这种体谅了哈。那高雄最近有一个高雄亚洲新湾区的规划，在这个规划里面，其实科技部会参与，包括一些力能，然后医疗器材其实也会进去。那当然，相关的太阳光能的部分会进去，这几个部分，我想我们也会配合国发会在亚洲新湾区的几个规划，尽力来提供协助。那高卵那个产区其实也相当不错，我去过几趟。我想那几个相关的有好多科技的公司，包括智威嘛，所以那边如果有需要一些科技的协助的部分，我想我们科技部义不容辞，我们协助相关的单位一起来做协助。好，我看到你们这边有给我一份是你们体感科技跟智慧物联网，对，这确实也都是高卵很重要的一些产业。是。那我想讲的是说，其实我认为以科技部这么多的一个资源能量，它不应该只放在有包括竹科，包括中科、南科，你有科技园区的，但你的能量是非常强，因为有人员、有钱、有组织在运作。我们有部分也会来，像那时候也跟陈局市长在提，就是说像海洋研究的部分，因为高雄叫海洋首都嘛，所以我们觉得相关的一些海洋科学研究的部分，这科技部也一定会协助。但是海洋园区那一块，那时候我也在高雄市政府服务了，海洋那一块到现在其实讲的是很大，但事实上做成效其实并不佳。如果科技部长、部长陈部长这边多花一点去了解，就会发现它里面其实还有很大，而且它的所要呈现出来的规模跟我们想象的还有很大的落差啦。好，所以我希望高雄市现在还有一些不同意见，所以我们最近会请市长特别去协商一下，把双方的意见汇整。好，当海洋那个园区那一块，那是一个啦，我认为那一块去加速去沟通去处理。但是我讲的是整个大的产业面这件事情，我认为以科技部在全台湾这么强的能量，不应该让高雄在这件事情上是缺席。而且高雄是六都这个重大的城市的现在遇到的产业上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因为少掉好多好的一些就业机会，所以人口其实。有些必须到台北来才能找到好的就业机会，所以台北房价不断提升，台北的人口不断集中。那南部其实我认为这是南北差异必须要去调整的部分，我认为这也是新政府上台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说刻意去压抑北部的发展，而是应该要想办法提升南部的发展，那这样整个区域才有可能去均衡去发展，让南部的力量，不然很多优秀的南部人他必须要到台北才能找到好的就业机会，我认为这个对整个台湾整体的产业发展不是一个健全的。好，所以我希望部长以你科技部的高度跟你的能量能够大力的来支持，不管是高软或者是整个南部的一些产业的部分，能够加大它的力道，不然我确实蛮担忧南部的产业，如果依现在这样状况的发展的话，确实国家的资源其实不到位的，那我认为也会让大家很落差很大了，期待新的政府上台后应该加强在这一块的力道。好，我们来圆你，可不可以请部长帮我汇整一下，也帮我加入您的想法，就是在一个月的时间把对于高雄这一块就科技部的角色里面，对于高雄的产业发展这一块，科技部能够支持或能够加强力道的一些计划，可不可以提一个报告给我？跟委员说明，就是说，因为我刚才提，我跟高雄几个产业也常在接触，那如果容许的话，就是不要在一个月啦，因为太仓促，反而不是一个好的案子。我希望说，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把一些相关的能够做比较有效的这个整理。请部长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了，就用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做一个统整性的一个规划，然后甚至于现在在做的，以及将来有可能是适合放在高雄的，用科技部的能量去思考一下。我相信这个对南北均衡的这个落差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好不好？好，谢谢部长，谢谢，谢谢。这个刚才赖瑞龙委员讲的，希望部长要大力支持啊。那我这边也要求部长要大力支持。另外，额外我提一个啦，就是我昨天有跟你们苏次长提过，就是那个高雄的大学跟高雄的陆竹科学园区，其实可以类似史丹佛跟矽谷的关系。那我们的五大创新产业有所谓的台湾矽谷，那亚洲矽谷。那我把这个陆科呢定位成台湾矽谷，正好跟我们五大创新产业的蔡英文的总统政策可以呼应，然后又可以南北的呼应。所以是不是科技部帮忙想一下，就是台湾史丹佛跟台湾矽谷在高雄，怎么样把陆科跟我们的大学做整合？正好部长两个部会都待过嘛，
是不是跟那个赖瑞龙委员提到的这个一样，三个月内一并做这样子的思考，那我们将来要如何去推动哈，才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哈。好，谢谢。好，那我们吴坤应委员那个五分钟哈，谢谢。好，谢谢主席哈。那有请部长哈，陈部长。陈部长。哎，委员好。哎，部长早哈，不好意思，因为最近我想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学术伦理的问题嘛。那我去看了一下国科会的这个网站，好像中华综合计划处或计划师有公告一个那个所谓学术伦理了哈，但我觉得说这个学术伦理好像定义的不是非常清楚哦。那个综合计划对中对中科师林师长，师长，你不能讲一下你们所谓那个学术伦理是怎么定义的？委员是要问说，对学术伦理的定义，就是 research integrity 的定义，还是说他那个定义？是有一个有一小段的文字来写那个学术伦理嘛？可不可以讲一下？如果没有，我讲好了，没有关系。报告委员，我们在那个科技部学术伦理案件处理及审议要点我们有在第三点有对研究人员违反学术伦理的行为类型有定了八个样子。不是不是，基本的定义啦，你基本的定义是什么？好像要做到什么？研究人员要做到诚实、负责、公正的基础上嘛，哈，对不对？对，那个是声明，对。嘿嘿嘿，我就想说什么叫做公正什么叫做负责，什么叫诚实哈？这个好像很难依循呢，哈。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做了以后，他在写论文或写报告的时候，他没有完整的应该陈述的，没有陈述完整，这叫做诚实吗？或是不诚实？他没有欺骗，也没有抄袭，但他就是没有完整的陈述清楚，这样算不算诚实？或是说有人他做的成果没有那么大的，他把它夸大了，那算不算不符合诚实的基础？委员问的可能要看不同的学门啊，就是说，如果他，因为现在说你该讲没有讲，有几种情况，一个是说像切香肠式的部分发表这样，对，那这个当然就是只是他道德上有一点瑕疵，但是学术伦理上是没有违反。但是如果说他隐瞒说他曾经发表过的东西没有讲，那这个就是违反那个样态是不一样。还有就刚刚委员提到说你没有做那么伟大，你讲得很伟大，那这个可能要看说它是哪一形态了，因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也许那用词也会不大一样。对，所以我会建议说，我们是不是要写的比较更明确一点？因为这样是蛮含糊的。好，那这个未来在调查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每个人判断负责，每个人判断诚实，每个人判断公正与否的基础，或是价值观可能不大一样。那这样子可能就会造成很多的争论。那这样对，我完全同意委员的想法，但是我也跟委员说明，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一个全国瞩目、全世界都瞩目的案子正在执行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目前我们不想去动这些 regulation， 但是这一件处理完以后，我们会依照委员的想法我们把一些这个规范，依照这一次处理的经验，做比较完整跟国外这种对接的方式来做修正，那这个我们可以来做。那另外在判断我想科技部在学术伦理的声明在103年10月20号有一个修正嘛，就蓄意写明显违反学术社群共同接受的行为准则，这个有时候也不是很明确。如果这个社群都接受抄袭，那抄袭就不算违反学术伦理了吗？一般来讲，当然我们现在国际上的学术都所谓科研人员的自律啦，所以这个自律应该也不会说那个小圈圈自己决定就算数了。我想还是要放大到说整个学术研究的整个的人里面大家的公约才行。是是，那再就调查的过程，到底在调查的小组应该怎么来规范？是由校内自己，或是某一个机构他自己，或是说要放大到由科技部或是相关的单位来处理？调查这个
好像在规范上也没有写的。我们现在其实 follow 应该跟国际会比较接近，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这个，一定是发生问题，那个 institute 的自己要先处理嘛。我们以上次东京大学那么大规模的调查，其实也是校内自己调查，所以科研人员自己的智力跟单位的课职，我想这是第一线。那科技部因为站在我们用纳税人做补助，所以当然要对纳税人有些负责，所以我们在如果进到这里就会做一些行政上的处分。另外就是在目前我们强调不同领域的合作来做研究，有时候事实上我在学校，我们都在学校，那有时候不同领域找我们一起合作，有时候他写的论文我们可能不完全了解，有时候这种跨领域的合作发表的论文怎么样来界定他的学术伦理的违反与否，有时候也是很困难，是不是这方面也麻烦注意一下？对，是，谢谢文彦委员跟我提过这一部分。那这个一样，就是说在这一次案件处理完以后，我们会依照那个情况对这部分特别来做了解。另外有一个就是行政责任、学术自由跟学术伦理的问题。好，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的院长，他可能不了解我在做什么。太不方便来指导我做什么，因为这样就干预学术自由。对对对，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个界定学术伦理、学术的自由跟行政责任，这边应该要界定，不然这里讲起来都非常模糊。对，我跟你讲的对，我们就说在也希望在界定的时候，就是因为学术自由化跟那种让他尝试失败的这种勇气嘛，所以这边界限确实必须要考量。好，好不好？因为我也很担心这边会有问题，变成矫枉过正，这样也不行了。对，好，好，谢谢部长，谢谢。今天登记咨询的委员全部都已经发言完毕，另外还有陈廷飞委员、林德福委员、徐珍慧委员提出书面咨询。关于今天会议做如下的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各位。